我们请官员们就坐哈。好，我们现在宣布继续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惠宏泰等二十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陈怡杰等二十八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徐志荣等十六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孔文吉等十八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五、审查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八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六、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第146条之五及第16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七、审查本院委员王定宜等三十四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及第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八、审查本院委员陈廷辉等二十二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及第1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九、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二十五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十、审查本院委员王荣章等十七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及第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十一、审查本院委员杨耀等二十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及第1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到场的委员。第一位是我们的惠宏泰委员，我们的余婉如委员，还有我们的王荣章委员，还有我们第一名的曾明忠委员。好，现在进来的是我们的吴秉睿委员，好，那有关官员部分，因为我们都业务报告过了，大家都认识了，所以我就不再介绍。那我们现在，我们陈怡杰委员也到现场啊。那现在我们来审查保险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总共有十一案。那么我们要请提案委员来说明提案的要旨。那请提案委员来进行说明之前，向我们委员会报告。我们按照我们的惯例。那提案报告的时间是说明的时间是三分钟啊。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的陈廷辉委员哦。好，那我们首先我们请费宏泰委员来做提案说明。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我们的官员哈。我想我这个提案啊，这个非常的简单啊。这个我们在财委会啊，前面这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呢、保险起付的里面所谓的道德风险。我们知道之前呢也发生过啊，为了这个保险金呢 这个有的父母做出很多人神共愤的事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之前呢、也就把这个保险法里面针对15岁以下啊，107条15岁以下的这个赔偿给付啊，我们因为道德风险，我们就把它拿掉。那当然，我们也看这一次啊，从台南的地震啊，这种重大天灾意外啊，我们觉得好像啊也有点疏漏啊，因此呢这个在下提针对。保险法第107条哈，我们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啊，被保险人满15岁前，因天灾、重大意外灾害或重大传染疾病死亡者啊，保险人仍应支付死亡给付啊。我想这个写得非常的严谨也清楚哈。因此本人提案啊，希望我们委员慎重考量，感谢。好，我们感谢惠宏泰委员的提案说明。那我们再补充介绍，我们的王定宇委员也到现场哦。来，再来请我们的陈怡杰委员来做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同仁哦，本席本次提案修正保险法第107条，让未满15岁的儿童
因天灾不幸死亡者，保险公司还是一样需要给付这个死亡给付哦。那这个第107条的规定是，被保险人若于15岁前死亡，寿险公司不能给付身故保险金，只需加计利息退还保险费。那本席知道，这是为了避免一些父母可能帮小孩投保之后对小孩不利而出现诈领保险金的这个道德风险的案件。那本席也认为这样的规定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存在，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规定造成了这次因为地震，台南这大地震哦，造成很多32位未满15岁的小朋友的受难家属，其实面临到第二次的伤害哦，因为他们是无法支领死亡给付的。那为什么我想要提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是算是第一个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那本办公室在一提之后，其实接到很多不论是支持的也好，或者反对的也好，哦，那甚至还有人认为说，其实这个是给父母亲机会去谋杀自己的小孩。但我觉得这个借口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笑，而且非常的离谱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环境，其实大家生育的小朋友其实都生的很少。那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宝贝其实都是父母亲，然后或者是妈妈怀胎十月生下来的。那所以当父母亲因为爱惜这个孩子，疼惜这个孩子，所以替这个小孩买了这份保险，希望在这个当下，他就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保障。所以我不相信，就是父母亲你今天辛辛苦苦怀胎十月生了这个孩子，养育这个孩子，然后买了可能自己缩衣节食，然后只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保障的同时，你会因为一个天灾，期待他天灾赶快发生，然后在天灾的时候再赶快不是紧紧的抱着孩子，像我们看到台南这大地震到最后一幕都是紧紧抱着孩子，而是在天灾发生的时候赶快去杀死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的离谱的事情哦。所以我想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我相信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或这么离谱的父母会发生哦。那如果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父母亲发生，我相信依国家的机器、国家的体制，哦，甚至保险公司也不可能这么容易的理赔。那国家体制也会对于这样子丧心病狂的父母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哦。那所以当我看到台南地震发生，很多的父母到最后一刻还是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的那一刹那，其实我更坚决、更非常的坚持，一定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不要再让其他的家人面对这一切这么残酷的死亡也好，或者看冷冰冰的小孩被抬出来之后，面对的是第二次的伤害。所以在这里，本席就是一样，就是再次的强调，希望提修法保险法第107条，让因为天灾死亡的孩子能有死亡给付。在这里，本席就是恳请各位同仁跟委员能大力支持，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曾明忠委员来做提案说明。主席，王主委，各位同仁，大家好。我这个保险法的提案总共修了107条、106条至168条。那107条主要是增加一项，就如同刚刚几位委员提到了，提到就是被保险人未满15岁前因天灾、水灾、地震等可以办理理赔。那天灾的范围是援引灾害防救法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基本上可以防止相关的道德风险。那当然今天大家有不同意见，那国外的立法例有两种，一种就是完全禁绝，就是不可以，但这种情况很少，另外一种就是限额。那其实现在的像学生保险，它的限额就100万，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所谓道德风险。其实等一下假设有机会进一步讨论的话，假设觉得有一些天灾，它的条件可以把它限得更严格，让它不会有道德风险。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可以采限额的方式。那另外146条之5啊，我是提案了，希望保险资金投资公共建设可以派董监事。为什么要派董监事？因为其实它有三个功能，就是现在政府其实财政不好，所以能够把适度的保险资金导入公共建设。第一个可以纾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第二个让保险资金有去路，第三个可以透过公共建设的推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另外最后一条是有关168条，是配合相关法则的修正。以上报告，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王定宇委员来做提案说明。谢谢主席。本席所提的保险法107条跟178条修正案，说明如下。第一个，在我们保险法107条基于保护15岁以下的幼童，所以身故的理赔不予理赔，我们予以尊重。但是因为天灾，包含了金管会主委在我们在总咨询的时候，甚至于行政院长张善政院长都表示，天灾本身的道德风险趋近于零，所以在没有道德风险的状况下，你又允许他的保单是可以从15岁以前开始受理，只是他满15岁以后才能理赔。那在没有道德风险状况下，这个是一个不对等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107条予以修正。那至于其他利用身故保险金的道德风险，本席不挑战。虽然纵使成年人，纵使公公婆婆利用游民诈险，我们多常常听到，但是基于保护幼童的状况下，我们在其他的身故保险金我们不特别去挑战，我们只适用于我们灾防法里面所讲的天灾，我们应该予以理赔，这一点是不质疑，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另外适用的时间，本席基于来自于灾区，我这边特别恳求我们委员会各位同仁，在这次地震当中，其实适用这一条的孩子并不多，影响的层面并不大。如果我们可以一并把178条适用的时间从今年1月1号开始，对我国这个保险的制度冲击其实是没有的。我没有把它适用到复兴航空那个时候，我没有适用到去年。我在178条的适用时间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它可能就适用那几个孩子。那金管会主委认为说，我们可以用赈灾的募款来 cover 这一条，赈灾募款本来就应该用在灾民，跟保险的理赔它是两件事情，所以我这边恳求就是说，我们适用时间若从今年1月1号开始适用，或许我们可以抚慰1到2个家庭，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最后为了这个提案，本席特别把提案人为感谢邀请了国民党的陈学圣委员，我也邀请了亲民党的陈怡杰委员，我也邀请了时代力量的林长卓委员一起做提案人，来让这个案子在最小的争议下可以通过，也恳请本会的委员可以促成，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廷飞委员做提案说明。谢谢主席哈，我相信，这一次的修法是因为2006的地震而引发，说我们发现居然在我们的保险法里面，在天灾这一块，我们未满十五岁的孩童是没有办法领到保险费的。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一次2006的地震当中，有29位的罹难学生，39位的罹难学生，其中有27位是未满15岁，比例是高达近70%。但是我们现在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如果是在15岁以前死亡，我们寿险业者是无需给付保险金额，只需加计利息退还保险费。但是我相信在这一块当中，是包含天灾也是排除在外，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天灾无法评估甚至没有办法预防的状态之下，如果在我们的保险意外保险的给付当中是没有办法来给付这一笔的话，我认为这是有失我们的公平正义。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天然灾害发生时会造成孩童毫无保障，
对罹难者家属会是再一次的伤害，而且我们看到整个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法律的条文应该要更加完善，所以我们提出修正本法的第107条条文，明定被保险人15岁如因遭遇天然灾害而死亡，保险公司仍应给付保险金额。我们的条文写得非常清楚，是天然灾害，也就是在我们的灾防法里面所规定的范畴。那么我们在所谓回溯条款里面，其实我的修正条文里面是参照921赈灾重建暂行条例第74条加以赈灾之准用之条文，征修在本法第178条之一的条文，对于因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于高雄美浓地区发生之强烈地震及其后各次余震所造成死亡之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为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的适用107条修正实行后的效力规定，溯及既往来予以办之，让我们台南赈灾的罹难者可以得到它的适用范围。那我们提案的委员还有徐志龙委员，因为还没到场，孔文基委员也还没到场，黄伟哲委员也还没到场，还有我们的卢秀燕委员还没到场，王龙章委员，请王章委员做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本席和徐国勇委员以及林俊宪委员的这一个提案，我想基本上面的精神跟刚刚几位提案委员所提的意见是相同的，但是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认为在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这一个部分，在天灾的时候，那相关的道德风险排除，然后应该予以理赔的这样子的规定，应该也适用于在107条第三项里面所谓的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导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一起辨识行为能力者，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如果就是说特别是就是说在大家公认在15岁以下的这一个部分应该予以排除的情况底下的话，同样仍然是应该予以排除的。那特别是我想会跟我们保险主管单位然后来做过请教，在99年修法之后的话，很多时候在保单在成立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把这两类的人做了排除。好，那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15岁的这个部分非常的明确，但是对于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好，有这样子的就是说障碍等等，就是说存在的时候，并不构成他不能够买到保单。同样的，就是说应该要到导致他不能辨识行为或欠缺一起辨识行为之能力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有很多有这样子，即便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朋友，事实上也有相关的保险。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加保了之后，好，因为脑伤等等其他的缘故而导致就是说有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的这一群朋友，我们认为依然应该在这一个部分在天灾的时候应该予以理赔啊，所以就是说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法的提案，那恳请各位委员支持。提案委员还有杨亚委员，那现在提案委员还没有到的，那我再念一遍哈。我们的徐志龙委员、孔文吉委员、黄伟哲委员、卢秀燕委员、杨亚委员都是提案委员，也都还没有到，等他们到了，我们再请他们做提案说明。那现在我们先请金管会王主委来回应委员的提案。主席、各委员先进。大家早安。今天大院第9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40权利委员会，本人应邀向贵委员会提出报告，
首先，针对各位委员对儿童死亡保单相关议题的关切跟用心，表达敬佩之意，以及针对落实引导保险业资金投入公建及社会福利建设之推动，也非常的也表达敬佩之意。儿童保单是否应该存在，其实争议已经非常久了。那国外对于禁止跟或者是限制未成年保单的死亡给付，其实是并没有一致性。那我国保险法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也经过非常多次的变革，在18年订定之初是采全面禁止未满12岁以下投保。人寿险跟伤害险，那到52年的话，就修正为禁止投保人寿险，可以投保伤害险；到86年又取消所有的限制，开放可以投保。那大院在99年三读通过保险法第107条，限制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投保人寿保险，而他的死亡给付必须在被保险人未满15岁效力发生前，如果有身故的话，只能加计利息退还保险费，并或者是还还投资型保单专设账户之价值。那这次南台的震灾，造成大家对于保险法107条再度的关切。那本次大院诸位委员对于107条所提出的修正版本，虽然版本很多，但是其实内容有一致的，也有一致性，主要都是在关切儿童的生命跟保障社会功能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本会表示支持，尤其是在不增加道德危险前的前提底下，排除天灾为除外规定，以兼顾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之保障跟保险权益。而天灾的定义，我们认为一定要非常的明确而容易判断，以避免会产生理赔的争议。那在有关于修法溯及既往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在行政机关在适用法规的时候会有问题，因为不能任意扩张例外的解释，而且这样子也会造成法律的稳定性。那在考量业者承保的时候，保险的商品的定价其实也都没有考量这个部分的一个理赔，所以如果溯及既往的话，会产生这个契约的安定性跟保费的适足性。那至于溯及既往这一节的用意，我们其实也非常肯定，所以金管会才会认为说，是不是可以用赈灾基金的金额，或者是说另外再用保险业透过其他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以维持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稳定性。那客观也有非常多的法律层面的条件还必须要再厘清，所以我们不建议溯及既往。那至于郑委员提到的引导保险业落实资金运用投入公建的部分，与本会的一个提案其实是一致的。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能够提高保险业的投资意愿，协助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表示同意的，认同的。那以上报告进驻各位委员，敬请各位委员会指教跟支持，谢谢。那我们再介绍，我们赖世保委员也到现场了。好，那先向委员会报告。我们要进行答询之前，如果我们在答询的中间阶段有提案委员到场的话，我们是不是同意让他们提案委员能够先插进来，按照顺序一次一个？假如一次来两个提案委员的话，我们只一次一个，然后我们答询下一个以后，另一个再让他提案说明，这样哈。那这样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答询。答询前，我们仍惯例做以下的宣告。答询时间，每位委员8分钟，延长2分钟。那我们10点的时候，我们截止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的我们的第一名曾明忠委员，请。主席，各位委员，麻烦请王主委，谢谢。
诸位好。首先谢谢刚刚您对本席相关提案的支持，非常谢谢。接着我要跟王主委咨询的是有关看下一页。其实王主委很清楚，包括我们在座的先进都很支持、很了解，整个金融业受到网络化、行动化跟社群媒体的影响，正在改变金融业的面貌。那这一张是机器人，这是 The Banker 在去年八月份的封面。那很清楚，金融科技正在吃掉很多金融业员工的工作的机会，连最核心的、最需要人力当面处理的理财业务，现在都有机器人来办理相关的业务。看一下，下一页。这个是统计资料，美国目前透过机器人在做理财的总资产目前是200亿美元，预估到2020年会达到2200亿美元。这个是数字，背后显示的是机器人正在大量替代银行、金融业的员工。但这整个冲击，我相信主委很清楚，冲击最快的是金融业、银行业，但是冲击面最大的是保险业，因为保险业现在有将近30万的从业员工。来，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个是日本的情况，日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银行用机器人在营业的大厅在做迎宾。所以我的问题是先打这里打住，我要请教金管会什么时候要开放存网银，因为存网银一进来之后会对整个银行业的生态产生重大的影响，会造成更多的失业。我想请教主委，什么时候政策上您要不要开放存网银，假设要开的时候什么时候要开放，谢谢。目前我们还没有一定的定见，对于这个部分因为还有在研究当中，而且刚刚曾委员也有提到这个部分会对银行业有一定的冲击，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我们还在评估那个影响，目前并没有预定的时间。是，我非常赞成开放的时候要顾虑到银行员的工作机会，因为依照统计资料，现在国外银行的分行大概以每年2%，每年2%的方式的速度在消失，也就是每50家分行每一年会关掉1家分行。这国外的情况，我们看国内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去年首度发生像和库关掉26家，渣打商银关掉7家，汇丰关掉2家。去年第一次发生国内的分行关掉了35家，我预测，我也认为这个情况会渐次的发生，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好，看下一页，这个是金融业员工的总数跟获利能力的统计资料。这几年来，从2012、2013、2014，整个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投信等等，它的获利在创新高。他的员工也在增加，所以现在专业的员工已经有412475人。那各位想想看，万一以后 FinTech 金融科技替代了，让机器人替代了，很多的员工可能第一个工作的内容要调整，另外有可能在这一波金融科技替代人力的过程当中丧失的工作机会。我要特别提到，我不是危言耸听，而且这个时代不是一天会发生。我相信10年内或者20年内，慢慢这个情况趋势很明显，趋势很明显，挡不住，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那尤其现在的情况，像去年的获利5,614亿，创历史新高，但是5,614亿里边，像举银行为例。这段期间一放非常的低，我没记错的话只有 0.25， 是 Cover Ratio 覆盖
覆盖率超过500%，所以这段期间银行保险其实提的准备相对提的少，所以我的建议，晴天要存粮，存天要加，由于现在万一你现在不把他你的粮存起来，万一5年、10年后或者是20年后，金融业大量裁员，你的钱，你现在的盈余已经被股东分光了，你到时候你拿什么钱来照顾广大的员工？所以我的建议，看下一页，先请教主委，就是去年5月以前，金管会曾经函请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必须在年底之前提出1到3年的转型计划，现在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请主委说明一下。他们都已经有报来了，我们是要求这个所有的工会啊，他们的会员都必须要延续1到3年的在职员工教育训练跟转型计划，所以这个部分完成的有报过来了。是，报过来，依照我过去的经验，很多的金融机构，我不要讲很多，不在少数，他会虚应故事，所以希望三个局，主委要督导三个局，要很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去审查他这1到3年的转型计划，要真的要具体，要可行，而且要落实，这一点请问主委能不能做得到？这个一定是我们的职责，所以一定会来做。是，因为假设能够做得到，这40几万员工能够让他顺利转型，那可以在这个职场上能够存在，在这个职场上继续发挥他所长，提供给消费者更好的服务。其实主委我跟你报告，这对你来讲是功德一件。好，最后我的建议是，其实现在整个银行业，银行证券保险获利创新高，而且现在提的准备又非常的少，我的建议是在晴天要存粮，供以后万一雨天的时候可以使用，所以我建议要请金管会要发文请所有的银行证券保险业要提出特别盈余公积，特别盈余公积希望是0.5%到1%，这做什么用？来支应员工转型的相关经费，因为你已经有计划了，前面报计划来，那我觉得假设你没有充足的经费，他没办法落实执行，他也不愿意落实执行，那到时候10年、20年后，当他整个银行或者保险公司他的获利再往下降的时候，他没办法支应员工太多的训练经费，或者没有办法兼顾他相关的权益，所以我的建议是提特别盈余公积0.5%到1%，用途是教育训练、研习进修，还有可以作为他相关权利使用。那请问主委有没有意见？这个部分我们过去有要求他们要每一年提列相关的预算做教育训练。那刚刚这个委员有提到可能会造成一些员工的失业，或者是说可能在转型的部分需要其他的金额，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来盘点说那个相关的预算是不是够。那再来就是特别盈余公积的部分提存的状况，如果可以再多提0.5%到1%，这个部分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话，我们会考量整个的通盘之后来实施。是，我们会研议看看。对，其实我希望不是只有研议哦，因为假设因为现在整个金融业获利不错。那希望能够晴天能够存粮，那我希望主委能够答应这件事情，主委赞不赞成？那个，你也可以请这个三个局长说明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好，请三个局长说明。好，三个局长。局长，谢谢。鲍委员，我们那个银行啊。税前大概3000多亿哈，是0.5%到1%，影响大概是15亿到接近30亿之间，应该没有问题。其实0.5哦，其实0.5，0.5有多少？其实整个金融业才的25亿，其实很有限。好，所以银行业没有问题，保险业，我想我们配合办理。是，谢谢。
政体局应该没问题。好，那主委应该 OK 吧？没有问题。其实我跟主委报告了，其实假设你任内能够做这样的决策，让所有未来的41万2的员工以后因应整个金融科技的发展，他的工作更有保障，他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专业的提升，其实诸位真的是功德一件。谢谢，谢谢。下一位质询委员是吴秉睿委员，吴委员请。主席，麻烦请金管会王主委。王主委请。委员长。早哈，你知道今天这个争议其实由来已久啊。就我的印象中，在上次的澎湖空难就被讨论得很厉害。那我先不讲法律的这个规定了，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实面的问题产生之后，才想到说法律应该要怎么样子才是合适。澎湖空难那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飞机掉下来嘛，机上的都罹难了。那小孩子15岁，现在又不理赔，可是家属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那是用签账卡买机票送保险，那个时候为了要推销这个签账卡，所以用签账卡去购买机票的话，就有送保险，广告都是这样讲。所以当发生了空难之后，家长就想到说，哎，那个机票是用签账卡买的，送保险，保险公司拒赔。所以因为保险法这个规定，15岁以下死亡保险不赔。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法律一回事，造成契约的相对人一个错误的期待，这是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以这次地震为例，你想想看，地震发生了，那当然地震是大家大概是会觉得说这个跟道德风险无关。可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你的保险法现在是规定说15岁以下不理赔，死掉之后保险费还你，保险费加计利息还你。那问题是如果这个保险是不可以保的，哪有加计利息还你的问题？你当初就不应该签这个契约啊。所以这个做起来也是错误期待的问题。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不要让这个参与保险的人，或是说他的家人有错误的期待，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做得到吗？我认为是可以的。第一，你这个用签账卡买机票，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包括15岁以下的。15岁以下，你不要附加这种什么什么死亡的这种险嘛。这个金管会做得到做不到？这个可以做到，我非常认同。第二个，保险法里面规定15岁以下如果是死亡，不做死亡给付，但是保费退还加利息，很奇怪的，保险公司怎么会设计出这种保单呢？如果15岁以下不能够有死亡给付，你不应该有这样的保单呢？你那个保单，你因为现在你是复合式保单，现在保险公司就是用一种复合式的保单，里面把好几个东西都包在里面，包括医疗险啊，包括什么什么险啊，包括意外死亡都把它包在里面啊。所以家属就是说，你跟我签契约的时候是有的，等到我死的时候你不赔。社会的不满是在这个地方啦。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一块，如果法律就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不应该把这整个契约这几项东西把它包在里面。这个保险局跟金管会应该可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应该也可以做得到啊。他这个应该是说明的问题，因为在原本的这个卖除了说明以外，因为统计是保险是大数统计嘛，他既然有把这个东西包进来，他这里面一定有统计的数字在里面。他计价的时候会计进，对，所以计价不应该计进去的时候，费率应该稍微不同了，因为意外死亡的身故险其实金额它的保险费本身是不高的。所以你买的那个保单要不一样，我这样子要求，你觉得 合不合理？现在本来就是不一样啊，只是他一起卖而已。对，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你金管会跟保险局不能够让15岁以下人买这样子的产品嘛？你不能买这样的产品，一种方法就是说，你要把这一部分切出来。
好，假设那个保费这一部分应该要少收200块，你就是有一个保单是本来是5万的，现在是49,800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让人家订了一个这个契约，然后把红龙包在一起里面。我对你已经有了期待了，然后你等到事故发生之后，你再来说哦，因为法律的规定，未满15岁死亡给付我是不赔的。这个当初订约的时候和后来，他会觉得保险公司在占他便宜啊。对，如把它包在一起会产生混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检讨。可是事实上，对于这个其他的保险，就是儿童如果有医疗或者意外险的部分，它是可以投保的。那个我没有反对，我就是说把是未满15岁儿童的死亡给付的这部分要切出来，不能够放在同一张保单里面。把这个保单里面有 A、B、C、D、E， 结果这个 E 是法律不允许的。你应该有一种保单只有 ABCD 的，而不要 ABCDE 五样包在一起。那因为当初家长买保，或是不论是谁去买保险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产品是 ABCDE 五样，就你现在发生最后一样的时候，你说啊对不起，保险法107条规定，所以这部分不理赔，加计原来你缴的保费利息还给你。那如果危险没有发生，是不是保险公司这个保单的 E 的部分就坑了原来的这个，坑了原来的这个家长啊，坑了原来这个你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没有，他没有坑他。有啦，我就跟你讲，产品是 A B C D E 包在一起嘛，结果 E 这个产品 ，A 是医疗险 ，B 是意外的医疗给付 ，C 是什么东西等等等等，但是你把这个死亡的给付，因为107条规定。不支付嘛，对不对？那如果把它包在里面的时候，因为统计是一个保险，在我的观念里面，统计的大数法则要把所有的风险都算进去嘛。没有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发生的话，我们会退回保费啊。这个在保险法，我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应该保嘛，根本就不应该保，怎么有退回保费的问题呢？这个执行上我们可以再来检讨，像不会造成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错误的。预期这个部分我想是可以检讨的，可是在保单销售的时候那个契约其实是写得很清楚的。我对不起啊，我可能我的表达能力不太好了，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不应该卖这样子，包含着任何契约，保险契约里面都不可以包含15岁以下小孩的身故险。这个部分我是认同的。好，所以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保单是把这个包进来的话，一定要把它切出去，这样子消费者才不会说、哦、我原来买的保险有，等到发生了风险之后你不理赔。今天真正的问题我认为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原来就保险本来就没有给付，因为法律107的规定，你这个保险本来就没有包括这一个，今天没有人会去炒这个东西啊。哦、我觉得还是把问题厘清比较好。再来，你今天的里面对于曾委员的提案里面哦，你讲说这个保险法，你对于这个可以放宽他投资保险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哦，可以担任该投资事业的董事、监察人、指派人员或聘被投资事业的经理人等限制。原来的限制是不能让他参与经营，对不对？是。那你现在放宽是要让他参与经营，参与董事，因为其实保险业如果有投资的话，他必须要了解这个整个的运作，这样子他们对于这个投资才会有意愿啊。那相同的理由，那我对上市公司为什么不行？上市的不是没有受你这个责任的限制啊，因为我们本来的设计就是保险的经费是大众的经费，不是在管保险公司这些人的钱，所以。你管保险公司这些人的钱，因为保险公司所收到的保费去投资之后，他也可以介入这些事业的经营权，那这个会造成很可怕的巨无霸，而且他会用社会大众的钱去取得很多他投资事业的经营权，这个是原来不被允许的理由嘛，的原因背后的原因嘛。那今天当然为了要增加公共建设的投资，为了要让社会福利事业可以有参加，这个里面其实是要搞长照了。那你结果你这样来之后，将来这些事业都被保险公司全部给一手抓了，就保险公司是拿全体国人保险的钱来自己去做这一些事业的经营者，这个是原来法律所要考虑，认为
有问题的地方，值得商榷的地方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要做这个，要打开这个门，要非常的慎重。哦，因为台湾在未来可能长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业产业。如果这东西允许的话，以后长照几乎都会被保险公司给控制了。哦，那当然，大家的理念不一样。国民党他想的长照事业，跟民进党想的长照事业是不同的。我们要的是社区化，我们要的是不要集中化的托拉斯，我们不要大型化，我们要的是社区照护。所以当然走的路线，在当然民党执政的时候路线会不一样。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里？根源是这些钱不是保险公司的钱呐、啊，这些人是保险人，大家投保人的钱，所以这一些东西不应该让保险公司拿去控制这些经营的事业，无论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做这个社会福利事业。以上这些让你参考他原来法律规定的理由，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卢秀燕委员，哎，卢委员，你提案就一起了哈。好，哎，也可以，也可以，你要分开就多三分钟嘛。主席，各位同仁，我现在先就我的法案进行说明。我想我的法案跟前面几位委员哈所做的表述大同小异。我们的修法都是因为这次的台南震灾所引起的。那大家从这次台南震灾里面才发现到，过去我们对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的死亡给付过于严苛啊，以至于不尽情力，甚至剥夺他们的权益。所以呢，我们来进行探讨。那不过呢，立法院它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公开民主讨论的原地，所以这次提出很多的版本，待会我们要来进行修正。那我自己本身的版本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强调天灾。那因为呢，大家都担心有道德风险，所以即使包括像空难我都反对，因为这个都会有可能人为制造。所以我主张是一定要用天灾，而且采取最严格的标准。至于我们有很多的委员提出来说应该是用这个救援的法令那来限制天灾的定义，那是否完全适合，待会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了解。就是现在救援的法令它有关于天灾的定义是适合的，或者是还需要我们更需要更严格一点点那才不会制造道德的风险。那第二个呢，我的法是有追溯因为呢这次的修法之所以受普遍受到关心，就是因为台南震灾所引起的。那是1月份，现在是3月份，如果只差2个多月，那我们没有给他回溯的话，那我觉得说失去这次修法的意义，所以我个人是主张要回溯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也想了解，就是说到底，因为我们从刚才这个金管会主委的这个报告里面并没有看到，如果回溯的话到底有多少的儿童适用，它的金额又是多少。照理说政府在救灾的过程当中这个数字应该很清楚。那过去因为我们对于法令的限制非常的严苛，所以我想也许投保的人或是儿童可能并不多那不多是少呢没有呢还是多少？如果说即使我们回溯，那也没有人可以适用，或者说即使我们回溯也没有人投，也没有15岁以下的孩童投保的话，那当然就可以不回溯，那至少我们厘清。可是因为刚才从金管会的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知道死了不少15岁以下的孩童，可是到底多少人有投保这样的一个保险那它金额是多少，我想应该要厘清。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待会判断那是否要回溯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如果没有人适用或者是根本没有人投保的话，那当然我所提出来的回溯的条款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回溯哈。第三个，刚才我听到主委的报告也特别提到一个重点，他说他希望不要回溯，即使有人适用他也希望不要回溯，但是他提出了两个处理的模式。第一个呢，希望台南市政府能够专案处理有差别待遇，
换句话说，可能透过大家的一个捐款里面，对于十五岁以下小朋友的部分呢，给他特别的处理啊。我自己本身也捐钱，我除了立法院捐一款捐一日所得以外，我还自掏腰包捐了一个月啊。不过我觉得，如果金管会要要求台南市政府另为处理差别待遇的话，那我觉得下这个指导期是否妥当？那我觉得这个执行上可能会有点困难。第二个，我听到主委在讲，要不然就采取一个方法，叫保险公司自己拿钱出来自己处理啊，不是理赔的形式，可能是一个救济的形式或专案的方式，或者是那这样的话，会不会给保险公司说，以后台湾社会如果发生各种重大事件的话，它即使不符合这个保险的法规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基于金管会的压迫，我们必须要自己拿出钱来参与社会救济，解决金管会的问题啊，那或者是法令不周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有待参考，或者是金管会主委，你已经跟保险公司有这样接洽了，他们愿意做这样的安排，待会您不妨也跟我们说明一下啊。那总而言之啊，我觉得法令都可以探讨，包括天灾的定义，包括是否回溯，可能都需要有一些科学的数据跟根据啊，来当作我们待会修法的一个参考。那以上提案的报告，接下来我要进行我的这个质询，我请这个王主委，谢谢。哎，主委。陆院长，是王主委，你可不可以答复我刚才提案说明里面所提出来，到底如果我们回溯的话，有多少儿童适用？是它的金额是多少？好，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有24位儿童，那保障的金额是2582万。2582万，那24位儿童是因为他的家人都有帮他们投保是吗？是。啊，那第二个2582万是指我们这个修法之前他应该获得的理赔数字，那他拿不到呢？还是说如果我们放宽以后他可以得到的这个理赔是他拿，就是没有办法理赔的部分，因为他15岁以前啊，所以15岁照理说，如果不是这个法，不是现行法令限制的话，他们可以获得24位儿童他的家人可以获得2582万的理赔嘛，总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他15岁以上的话，应该是可以。是可以哈。那他们过去24位儿童，他的家人到底帮他投保给付的多少的保费？保险费金额吗？对，这边还没有统计保险费金额。麻烦你们赶快处理一下哈。如果说他已经缴了那么久的钱，那结果呢？他缴了钱拿不到保费，那可能我们法令上就那这样的话，我想你透过这样一个科学数字，待会会不少的委员坚持一定要回溯既往啊。如果说他已经缴了100万，结果来回之差有24位儿童，这个数字不少，那他的金额啊，因为我们现行法令的不周延，导致有2582万他没有办法给付的话，这个数字也不小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可能会作为待会我们委员在修正法令时一个很重要参考。第二个，你说要不然就可以请保险公司大家来帮忙处理，是什么意思呢？我并没有跟任何的保险公司有任何接触，说他们是不是要捐款。可是我们的考量点是，其实溯及既往本身在法律契约上是有执行上的困难，因为当这个小孩子去世了，那保单其实就已经是结束了。那在一个结束的保单是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而且在法规执行上它有违反保险法的问题。所以你叫保险公司自己掏腰包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法规以外，是这样的意思吗？我再继续说明，就是说我们其实保险公司在赈灾的时候，他们也捐了非常多的钱。那我知道有保险公司，那照你这样这个理论，保险公司不会反问你啊？他是不敢反问我，因为我除了我们立法院 我们的党团一日所得，我还觉得认为这是他如果说三主委，你们为什么你们金管会的同仁不自己拿出来帮忙救济嘞？每个人捐一月所得或者是半年所得呢？为什么要我们保险公司呢？并没有，我觉得你这个逻辑会并没有强制。虽然他们很有钱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脑筋动到他身上去的话，那我觉得会给人家就社会观感，就是说啊，金管会拿你们的这个势力来压迫他们，来解决政府应该要负起的或是法令不周延的问题，他可以反问你们，那你们金管会为什么自己不
大家每个同仁自己掏腰包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法令不足的问题呢？我觉得并不适宜了哈，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只是凸显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怪异就是了哈。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哈，大家这样，因为这个新的内阁马上现在形成当中，那以至于昨天前几天我们也有一位委员，他就因此就不质询阁揆了，因为他觉得质询嘛不好，那你已经没有这个政策上的功能了啊，所以他就，当然这个做法是有争议性的哈。那不过另外一方面呢，难怪外界会很关心新的内阁，因为跟国家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或是现在有很多的法令要怎么处理，大家会有关心。昨天大家关心完财政部长之后，那对金管会，金管会主委很重要，管银行、管证券、管期货、管这个保险，很大一块，而且是长期以来是认为跟财团比较最接近的部会，所以金管会的主委的操守非常重要。过去八年在扁政府任内，有好几位的金管会主委有官司啊，什么龚兆生啊，什么等等，都还有些人有很多风评上的争议等等之类的。所以就你的了解啊，金管会这个位置，你有被征询吗？我没有。你没有被征询，你有没有其他的副主委或其他同仁被征询？这个我并不了解。你不了解，那你认为如果担任金管会，我刚才提到他是跟财团最接近的部会，所以自己的自持道德操守非常重要。你觉得金管会的主任，那介于前车之鉴啊，后者为师啊，过去扁政府八年内日不少的金管会主委出问题，你觉得如果要阻隔的话，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条件？我没有任何人选的建议，我觉得比我优秀的。我不是说人选，我说条件。条件啊，我认同这个操守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第一个操守，第二个呢？专业能力。专业能力。对。第三个呢？就是要对这个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沟通能力也很重要，是为什么沟通能力很重要呢？沟通跟协调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在政策的执行，所以要能够了解业者的需求，而且必须要跟委员沟通，跟很多各跨部会的沟通，所以沟通能力非常重要。所以操守专业跟沟通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还有没有？大概是这样。大概这样。好，谢谢，谢谢你的建议哈，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那如果新的内阁他要拼经济的话，财经我们这个委员会是最重要的，我们跟经济委员会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建言非常的重要哈。另外有关于长照，大家当然也很关心。国民党跟民进党版本最大的，大家我相信都是为国家好。民进党的版本呢，是主张从现有税收里面去提拨一些出来啊，那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有这个就是先这样子从税收里面去做。那国民党版本呢，是主张说类似健保的概念啊，就使用者付费，类似健保的概念，国家负一部分责任，所以国民党来说，国家负一部分责任，提拨一部分，雇主你要负担一部分，那当然民众享用的民众，你每个人会。这个存活的年龄不一样啊，所以每个人你当然要付费要不一样，使用者付费啊。所以国民党是类似健保制啊，那民进党呢是主张就是从现有的税收里面去哈。我相信大家的用意都是好的啊，都是希望开办长照，所以倒也不必从别人的这个心意里面去把它这个揣摩，这倒不必。但是呢，怎么样让这些制度可长可久很重要。民进党因为现在要执政，所以当然是采取他的版本，我们就不用讨论国民党版本了，因为现在那民进党版本他是要从现有的税收里面去做，会不会产生两个问题我想请教。第一个呢，会产生排挤，譬如说呢，我们现在现有我们知道政府的税收大概都这几年大概就是这样子嘛哈，大概1兆9000亿左右。那如果这里面有社福支出，有重大建设的支出，有地方的支出等等各种支出，那如果你要从现有的税收里面去提的话，那会不会产生排挤效应？其他的东西会受到排挤，没有办法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会不会产生规模过小？因为他没办法提很多啊，从1兆9000亿几乎都有他的这个。这个项目，那所以这就你拿了出来以后，那你担心影响到太大，你也不敢提太多，所以刚开始会受惠会被服务到的长照的民众可能人数很少，或是规模很小啊，会不会产生规模小或者是排挤的问题？您的看法？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现在他们的一个规划。不过如果从刚刚提到就是裁员的话，这个支出本身如果从政府的税收来，它一定是会产生排挤的。只是说如果是有固定的税收，这个一定是要支应这个我们的长照的话非常非常清楚，而且这个裁员也是非常稳定的话，事实上社会保险制跟税收制，社会保险的保费也是一个税收的一个观念了，某一定程度里面是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制度可长可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裁员的稳定性跟我们要给的福利它到底要 cover 有多大。就像委员刚刚讲的是你是不是不够的问题，因为以行政院现在版本做的其实是比较周全，也就是对于长照的制度它做了比较多的构面，跟它可以照顾到更多民众在长照的需求。那如果以这样的特定裁员，是不是限制了真正民众可能需要的需求，还有它的裁员稳定性，在社会保险的部分，其实它比较能够透过制度把它的裁员稳定性做比较长期的规划。可是如果是税收制的话，这个裁员稳定性，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税收每一年裁员会改变，而且有些会避税，那就这个裁员是不是能够有稳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未来规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第一个可能产生排挤作用，对其他的施政项目产生排挤。第二个呢，很可能因为如果说按照国民党的版本是健保制的话，那每个人反正使用者付费嘛，啊，那政府只是提拨一部分，那雇主提拨一部分，所以人人可获得长照。但是如果你是从税收里面去提拨，因为它规模不会太大，它提拨的规模不会太大，就四百亿啊，那提四百亿能照顾多少人？所以它到时候会产生个什么情形？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长照，譬如说80岁以上的人，他才可以获得长报，因为他没有办法60岁到80岁，他可能政府金额不够，或者是要到某一种程度，每个人都要去啊找医生开证明，我已经到什么程度，我需要长照，所以他本身可能被给付的条件会非常的严格，年龄设限的很高等等之类。那因为他只有400亿或者几百亿、200亿、400亿、600亿等等之类的啊，那所以他可以换算可以得到的。可是国民党采取的是健保制，你只要你自己有去缴付你的这个金额的话，缴付你的金额的话，你的雇主一定的提拨，政府相对提拨的话，那人人可获得长照哈。那这是我觉得说我们将来还可以探讨的。那因为外界对于所谓的长照每个人都需求，可是不太懂，那我用很简短的方法，很简单扼要方法来做一个说明，谢谢。来，下一位，我们请赖世宝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主委好吗？主委，赖委员长。好，主委你早。这个，我们看看立法院大家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会有很多的历史可以来看哦。这个107条是我查了一下，在民国99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大概6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当财委会的招委，就审107条，方向刚好跟现在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原来那时候社会发生父母给这个小孩子就保这个险，要儿童的这个寿险，然后呢就把小孩子弄死。那时候这个引起很大的所谓的道德风险，所以那时候社会很大的呼吁的声音，所以就把107条做一个修正。那时候金管会主委叫做陈冲，提案委员有民进党委员，有国民党委员。所以我们如果看看过去107条修的历史，过去修的方向是限制，那现在修的方向又把它另外某种程度是一个放宽的，为了是0206就是南地震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今天本来要审了，看起来很多的版本基本上大家都大同小异了，大家都是放宽了啊，我也联署了其中啊，但是现在是要冷静再思考一下了。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像你这样讲，你说20几个小孩子是不是总共的，如果赔的话，啊，如果赔的话就2000多万，是不是？是。如果2000多万需要为了这个事情来修法吗？这个
还是就是说，要不知道现在捐款有多少，捐款里面的支付就也是可以嘛，也是一个方向嘛。就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你看法怎么样？因为这个修法是委员提的，对，我知道，但是就你主管的主管，你是事业主管单位嘛，哈，以你的角度，又是你又是保险的专家，你最适合来谈这个问题。107条过去来讲是修来修去，都一听了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我印象非常深刻。民国99年那时候，我当就住在那个地方，就是道德风险，就是为了这些小孩子，然后你这个东西到底。所以现在当然大家也说，我避掉这个带头风险，我只限制来天灾啊，什么是 define 是天灾？到底到怎么样去定义天灾？地震当然算天灾，下大雨算不算天灾？台风算不算天灾？这些都算。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就是现在是为了你说现在能够 cover 就是 cover 过去当然是2000多万了、啊，当然未来就影响很大了啊。可是当回顾到99年修法的时候，那时候的时空跟现在刚好是不同方向啊。完全不同方向啊！其实我非常赞成委员的看法，而且我们金管会的版本对于开放天灾，当成是例外的部分，并不是说是要理赔保额，而是只是理赔丧葬经费。也就是说，丧葬经费是比较多一点的。也就是说，儿童本身其实他就没有保寿险的必要性，因为他并没有经济能力。所以在开放儿童保寿险这个议题上，我们一直坚持立场，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就换一句话说，你现在讲的白话文来讲了，啊，立委们的提案基本上大方向，王竹伟不是很认同了。我这样讲对吧？你刚才一直很客气讲来讲去。你也不用那么客气啦，因为，大概你也是做到520了哈，所以你也不用那么客气，说一直怕怎么样，讲清楚，对不对？立场要讲清楚。所以虽然很多委员都连了啊、哦，我当然不免属于要连了，但是我们说法案要认真来审。今天我所了解的，今天很多的法界人士认为我们立委们的这样的修法是不宜的啦，因为。就回到你刚刚讲的，就对小孩子他没有经济能力，他的保该给保寿险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道德风险随时在那里。有些的父母就为了要贪图他那笔所谓的这个费啊，这个理赔，然后会对小孩子下毒手、下杀手。当然，照理讲应该不会了哈，但是我要就已经发生了。民国99年那时候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社会一片舆论，所以才有那个。所以，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我替你解读了哈？或者我看起来你的表达意思就是大方向你并不是那么赞成。当然，你要尊重委员们的审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不认同要开放寿险，就未成年的小孩投保寿险。不管在什么情况。如果是在天灾定义非常清楚的话，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巨灾造成的灾难，让投保人可以拿到丧葬给付费用，对小孩来说，对嘛，寿险这个部分在不影响道德危险的前提，这个部分我们认同。可是我们并不认同要开放未成年的小孩投保寿险。好，这样就很清楚了哈。其实你可以加一句话啦，因为重大的一个天灾，像这一次的206的地震，重大的或者921，其实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捐款会很多啦。啊，如果你说因为这个寿险就保这个得到的理赔，其实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社会的爱心这个支持度也会够了，可以 cover 了，就是那一部分的钱其实用社会的爱心是可以 cover 到的啦。我们觉得那一部分就大家有建议可以用捐赠的方式，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社会的爱心可以 cover， 不需要说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来再修。你就发现我们立法院99是一个修法往东，现在又 往西，那下一次又要往东，这个东西那感觉也不是太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跟你请教了哈。第二个问题请教的哈，刚才曾前主委啊提到一个 FinTech 了啊，现在大概最热门的，这里面有一段话哈，就是有一些专家讲了一个东西啊， FinTech 造成对金融业冲击最大的不是银行业，
反而是保险证券业，特别是保险业最可能被取代。有专家这样讲，你是保险专家，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加一点诠释？就长期来看的话 ，FinTech 会让他原本透过业务人员或者是银行保险的保金贷的 channel 去销售保险这样的一个通路呢，会有非常大的结构性的改变。还有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保障的这个模式，风险的模式也会做很大的改变。所以我是认同保险业以长期来说会受到 FinTech 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对保险业的从业同仁有什么样的建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的担心，就是说现在也要求很多的保险公司除了在创新保单跟培育这个 FinTech 的人员之外，对于转型跟未来可能会面对的这个部分到底如何去做应对，应该有长期的计划。你们要不要开一些班啊，对这些的保险从业人员啊，给他 upgrade 一下了，这些班啊，让他们跟得上这个 FinTech 未来的冲击。这个我们一直有计划要做。对，好，谢谢。最后一点呢，这一点，珍珠也在这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念之在之啊，就是 RQ fee， 我们得到的 RQ fee 的 quota 是有1000亿，因为福茂卡关了，实际上是很冤枉的啦。这原来这个事情跟福茂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时候就陆委会啊，大概希望好大喜功吧，把成绩啊弄漂亮一点啦、啊。不应该把它包进来，把你们包进来，令人稀奇啊！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啦，哈、哦，这个 archive。另外一个东西啊，证券业的全资全照啊，也包在这里面，现在也没有，还没有放嘛，对不对？就你的看法哦，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讲一点，你主张要不要他跟福茂脱钩？因为福茂看起来没有了，看起来已经没有了。那这个 RQ 有没有必要让我们去？我主张他应该要跟福茂脱钩。脱钩嘛，对嘛？啊，应该是可以争取到。现在想哦，我给你数字，给大家数字啊。香港有这个 RQ 啊，就人民币的啦哈，2700亿啦，韩国800亿啦，我们是1000亿，我们条件是比韩国好，可是现在1000亿是空中楼阁啊，是空的，因为你被绑在福茂里面，然后福茂以现在时空来讲，那在过去116之前没有过，现在更不可能过了，几乎没有了，那被绑死了。所以你要不要去争取一下，有没有机会啊？就是跟对岸，对不对？银监会啊，什么证监会啊 ，Lindbergh 是不是？跟他打个电话，这个还是什么的，还是是不是？我们现在因为是过渡内阁，你们有没有继续来往了、啊？我们现在因为是过渡内阁，其实在过去跟那个。中国保银监会还有证监会的平台上都有透过这样的议题在讨论，可是现在的时机点，因为是必须尊重下一届的执政者的意见，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渡期间谈这个问题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机点可能并不是适合的。所以你们在这部分现在停摆。现在应该不会处理，对。我是认为应该可以再跟新内阁讨论讨，跟林权讲一下吧。我认为他一定同意了，而 KIV 在可以谈啦，赶快去，因为这本来就不应该放在福茂里面的啦，对不对？加上另外的证券业的全资全照也不应该放在福茂里面，拖出来其实是现在是 about the time 的，努力一下吧。好，谢谢。好。那下一位执行委员王龙章委员，主席，本席有请金管会王主委。王主委，好，王院长。主委早，主委，我想刚刚您的说明表达，金管会对于我们今天。保险法修法的意见里面的话，我没有看到107条第三项，好、哦，对于精神障碍跟所谓的心智缺陷的这一个部分，在天灾的时候也并做相关的排除，好、哦，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是不是表示？我们金管会或者是您个人也尽表同意。因为这个也是会涉及到道德危险的问题，
所以对你们完全没有表达意见啊。好、是你们没有看到本席提案的内容，有还是说我们本来以为等一下协商的时候会处理，所以并没有对这个部分特别写出来这样。那很抱歉，我们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部分的话，你们认为并不重要，并不是，或者是本席只是跟着大家起哄，并不是，请委员不要误会，我们认为我误会这个部分，跟天灾的处理的这个，就是说它会也会产生道德危险的部分，所以我们是认为它是一致的。好，那既然你们认为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同时有道德风险，哈、那我想这个部分跟我们15岁以下未成年的人的这个部分一样，哈、就是说在天灾的时候，天灾是不是人为可以操作或者是可以策动的？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我想是一致的。好，那在另外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我想15岁以下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嘛，好，身份证拿出来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满15岁，可不可以加入这个保险？但是我们现在在107条里面规定的，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好，那同有分别有这两个的现象的时候还不成立啊。好，我们法里面的规定是导致就是同我有精神障碍或者有心智缺陷，这个原因导致要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那请问这一个部分的话，目前在执行上面由谁来认定？如何认定？这个细节部分，我们是不是请保险局说？请。好，委员好、那有关委员所提到的这个有关文字的部分哈，那我想这个跟我们一些基本的民法跟刑法的基本法律有关这一块的规范。我现在问在做法上面，好，就是说今天有人来家保，好，你们先要辨别他有没有精神障碍。我们所有的被保险人都必须要提出来无精神障碍的鉴定证明吗？或者是说要提出无心智缺陷的证明吗？你们怎么样子来认定？然后谁来认定？能不能告诉本席？这个部分可能还是由要有医生的证明。所以每一个被保险人都要提出证明来。是。每一个被保险人都提出证明，证明他自己没有精神障碍。没有，这个是在各个保险公司他们在核保的时候是会要求，就是我们有要求，他需要所有的被保险人医生的认定，这样的一个认定。他提出来，好，那我再请教的是，所以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在目前的情况里面已经完全排除有可能有精神障碍者或者是心智缺陷导致后面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情况的人加保了，对不对？完全排除。那本席再请教你，好，如果我在加保之后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好，我要发生有精神障碍，好，或者是说我因为车祸疾病发生脑伤，好，那导致他没有办法，就是说有没有达到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那这个部分的话会不会理赔？这个因为我们的认定是在投保当时，是，所以投保之后发生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就不排除还是理赔，对，不排除是。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即便在天灾之下，这些人有这样子的，就是说问题的情况的朋友，他还是会得到理赔。如果是后续发生的，就的话会可以理赔。好，那需要请教的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子来认定，就是说所谓的心智缺陷？医生，你们实务上面告诉我们，你说医生做体检的这个项目的话是如何来执行？这个因为我们其实都还是由保险公司他们实务面由医生来认定的，是由医生怎么样子来认定？医生可以鉴定他有没有疾病，有没有缺陷，但是在心智跟精神的这一个部分。
是如何来做认定？就是说我们定法律定义了之后的话，必须要是可操作的嘛。王委员，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之后再跟您说明这个部分，他们实务上是怎么执行的？好，谢谢。OK， 好，这个部分的话，请在也书面回复本席啊。是是。那在除此之外的话，我不晓得，就是说主委您知不知道，在联合国身心障碍权利公约 CRPD， 好，台湾我们在去年也通过了施行法，那在第25条中间提到。禁止在提供医疗保险和国家法律允许的人寿保险方面歧视身心障碍者，这是国际人权的思维。您觉得在这样子的就是说规定上面的话，我们目前107条的规定有没有违反 CRPD 的第25条？我们是认为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进行法规检视。好，这个公约正在进行法规检视，我想请问在这一个部分的话，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人寿保险，所以目前我们金管会在检视的情况是如何？对，这个我们是不是请法务处来说明？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盘点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检视的结果如何？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因为那个卫福部有来文，请我们检视，我们现在已经请各局正在检视当中，那现在正在进行作业，还没有检视完成。那现在就您的专业，好，跟了解，第107条有没有违反身心障碍权利公约第25条的规定？这个部分可能要请保险局。这个我想从利益上是为了要保护身心障碍者，就很像就是说是在保护儿童的。用意是一样的。那至于说有没有产生差别待遇这个部分，如果委员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回来可以再做一个解释。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于就是说歧视，对于就是说障碍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是藏在善意里面。好，不晓得就是说我们金管会对于好所谓的就是说精神疾病，好，就是说慢性精神疾病、精神障碍者，或者是说我们对于所谓心智缺陷有多少的了解？另外，心智缺陷在目前我们是没有法律定义的。好，能不能请那个我们卫福部的代表？今天好像好，我们卫福部保护师的科长林春燕，还有我们社家署的副组长林之蕊。好，来，请告诉，请回答本席。好，我们对于所谓的心智缺陷要如何定义？这个法律上面的心智缺陷，心智缺陷，依照法律上面定义，应该是要经过那个医疗的鉴定的部分。对，要缺陷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要依据我们的一个，如用什么工具来做检测？好，第二个部分的话。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可以达到所谓导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好意思，这个就是要依据身心障碍法，他们现在有一些 ICF。那个叫做身心，那个叫做心智障碍，不叫做心智缺陷。对，是心智障碍，没错。那在这里面的话，好，本席来引教的是，如果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在慢性精神病的轻度里面的话，表示职业功能、社交功能轻度退化，在协助下可维持发病前之工作能力，或可在庇护性工作场所工作，且务需他人监护，极具日常生活自我照顾能力者，请教这一个部分的话，符不符合？会不会导致他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应该是有可能会，对，有可能会导致他不能够辨识，还是有可能会他可以辨识，是哪一个可以？这个我不太确定，可能需要鉴定的结果。好，我们咨询到这里，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们在保险专业。跟社福，还有就是说最，就是说保护的这一个部分的，就是说专业，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判定辨别，好，然后我们要保险人员，
然后就乃至于就是说家属，好，那然后来决定可不可以，好，就说应不应该符不符合。其实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在理赔的争议上面了，所以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应该让它更明确、更可以就是说操作，然后更合于人权的保障？我想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进行逐条的时候，本席就是说会再提出相关的内容跟意见。是。好，接下来质询委员黄国昌委员，黄委员请。谢谢主席。麻烦主席有请王主委。那 我想如果方便的话，请保险局的李局长也一起上来。委员长，主委跟局长两位早。 我相信今天大家在这边呢，审保险法第107条啊的条文，事实上心情都一定非常的沉重，因为毕竟发生了这么大规模啊的灾难，造成了这么多未成年的幼童罹难，这样一个不幸啊的事件啊，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愿意见到的。那对于所有父母，他们因此所遭受精神上面的痛苦，我们大家完全都感同身受。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非常多的委员基于非常的善意啊，他们希望就有关于保险法107条的规定啊的修正，那能够放宽啊他们在投亡死亡保险的时候啊得到给付。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啊这些法律提案背后啊所给予的善意。那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啊，保险法107条啊，大概是我国过去这几年来针对有关于啊保险事故的条文在范围不断的调整变动当中最频繁的一个条文。我相信主委啊跟局长应该都非常的清楚。那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啊，非常多令人敬重保险法的学者，不管是台大的教授、政大的教授，甚至有实务界非常富有丰富经验的法官，他们都提出了一个警讯，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谈啊道德风险啊的问题。那因此啊，在这个委员会当中啊，对于这个条文啊去进行更缜密啊的检视，我个人认为啊是有必要的。那为了要使得我们接下来的检视啊，或者是一些问题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厘清啊，我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啊想要请教主委，那或者是局长啊要代为回答也没有问题。好，第一个事情呢，是我们目前在法规范107条啊禁止就15岁以下的幼儿然后去订死亡保险，那因此在市面上面这个条文发生效果以后所出现的保单，是不是都不应该有以15岁以下的幼童的死亡当作保险事故的保单存在？那个保单在投保的时候，因为儿童可以有，它有很多附加险是放在一起的，所以那个保单，刚刚那个吴秉睿委员就有提到，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保单在法条上是契约上是写得很清楚的，可是它保单其实是还是存在的。所谓契约上写得很清楚，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十五岁之前如果死亡的话，是退回他的保险费加计利息。那也就是说，在保险契约当中已经有明文做这样子的限制规定了吗？是。那假设齁，今天即使立法院通过了107条的修正案，而且通过了溯及既往的条款，在契约条款不变的情况之下，这些不幸罹难的幼童的父母可以领得到保险金吗？这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是如果这个已经死亡的人他契约已经结束了，就没有办法去溯及既往了。所以在执行上是会有法律上的问题的。对，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层次嘛，一个是法律的层次，一个是契约的层次。那我相信非常多的委员提出法律上面的层次，让这个法条107条的修正可以溯及既往，立法的目的是希望那些父母可以得到理赔。
但是事实上在契约上面有限制的情况之下，单纯的改变这个法条，刚刚主委也说了嘛，因为契约上面义务以及契约条款上面的拘束，现实上面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效果。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进行立法的时候啊，法律上面的限制跟契约上面的限制要很清楚厘清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假设啦，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我们完成了107条规定的修正，又完成了溯及既往的条款，结果最后那些不幸罹难的父母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保险金的赔偿的话，我相信接下来会造成的误会跟不谅解啊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部分啊，我想要请教诸位啊跟局长的是说，在死亡保险的时候啊，我们的保险利益啊是什么？是对于这个投保人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所以对于这样子来讲，因为小孩子并没有经济能力，所以在这个寿险的部分其实是规范，是因为他并不会并不会赚钱，所以他并没有投保的利益。非常好哦。那个我不知道保险局的局长啊，这边对于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对于有关于一定岁数以下的幼童的死亡保险所采取的立法例，可不可以请局长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说明？是啊，谢谢委员哦。有关国外的立法例的这部分哈，那国外也有禁止那个儿童未成年儿童的一个死亡保险的这个保单，那也有限制那个保险金额的。那做我们的了解是，法国跟韩国它是禁止那个法国的话是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保单，韩国是15岁以下的死亡保单。那其他的有些国家是有限额的，比如说美国、日本。中国大陆跟韩国的，他们是对于不同的这个岁数的部分有一些限额的一些规范，大概简单是这样。详细的资料如果委员需要，我们再提供给委员参考，谢谢。这些国家采取这样子的立法例啊，不管是全面的禁止还是限定一定的保险金额，局长您知不知道主要的考虑是什么？我想可能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是就是刚主委提到是道德危险的问题，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说儿童本身，他真的就是是不是我们死亡保险的这个给付的金额，原则上是不是为了是让遗嘱得到一个经济上的保障？那刚刚主委也有提到说，因为儿童本身他并不是一个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有不同国家有大概是道德危险，好，还有一个保护儿童这样子的一个权益的考量。谢谢。好，谢谢局长哦。我现在在提另外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哦，哈，假设。如果107条的规定，那我们开放了在天灾或其他不可抗力的事故的时候，有关于幼儿的死亡保险，假设了哈，这个开放如果限制的话，那不晓得主委或者是局长啊，认为保险法第105条有关于死亡保险的同意权的行使的条文，是不是有必要随之变动？谢谢委员哦。那这一块确实有学者提到这一块，就是有关是不是未成年的这个部分哈，要不要得到谁的同意啊？那这一块目前我们法律上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可能在107条的时候是可以同时考量这个问题，因为实务上的解读跟有些学者的意见事实上是不太一致。谢谢。没有，当然啦哈，就107条未来会不会按照很多委员的提案去进行修正，我现在没有办法做预测。但是我会希望哈，金管会或是保险局这边啊，先做一个功课。这个是做一个功课，是说假设如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大家大致的方向是要就一些非常限缩特定的天灾做开放的话，那105条的条文相对应的设计应该要做如何的调整？我们可能要一并的来加以考虑啊，因为对于107条到底要不要开放这件事情，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有相当丰富多元的讨论。但是就相应的第105条同意权的行使，包括了说以幼儿当作被保险人的死亡事故，这个时候他的同意权如何行使？那他同意权没有办法有效行使的情况之下，由法定代理人来加以行使，真的适当吗？因为法定代理人常常就是整个保险契约的要保人，也非常有可能是最后的受益人。那在这个情况下，有没有必要由一个第三个机构介入的必要性？譬如说是家事法院，
由家事法院的法官斟酌子女的最佳利益的保护，在这个时候代替同意权的行使。那这一些相关105条跟伴随着107条修正可能出现的法律配套的方案，我会希望说金管会或者是保险局这边能够未雨绸缪的先做一些准备，那接下来在整个委员会审议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一并的交给委员啊来加以处理。那最后一件事情啊，我想要请教保险局的、啊、知不知道说针对于在请领保险金给付的时候，对于死亡的原因到底是所谓的天灾不可归责于第三人伉俪的事件，还是其他的事故，在我们法院实务上面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也看各个不同的情况，像这次0206的赈灾的部分，因为他的死亡的情况其实是比较明确，所以很多保险公司其实也没有所谓要不要找鉴定的问题，他们就是直接去理赔了。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看各个不同的状况来决定。没有，因为我时间到了，这个是我最后再提醒保险局要预先做准备的另外一个法律问题，因为你在了解实务上面举证责任怎么分配，对于现在很多人所提出来质疑啊，是说虽然天灾或其他不可归责于的伉俪事件没有外力介入，但是这个往往牵涉到接下来在司法程序当中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啊，譬如说台风过后以后，这些保险法的学者所举出来，那如果发现一个幼童很不幸的在发现他在池塘溺毙，那到底是不是归责于天灾还是其他的事故，这个在法院认定实务上举证责任的分配，对我们今天在讨论的道德风险的高低等等都会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保险局就这个部分能够预先做准备，那把这些意见呈现出来给本委员会的委员在接下来审议法案的时候的参考，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余委员请来。主席好，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想请主委能够就是上台这样子。主委，委员长，哎，主委长哈，主委就是刚刚其实曾委员也有提到这个 Bank 3.0 嘛哈，那我相信这个是曾前主委非常荣耀的一个这个政策，那所以说这部分我也非常的关心哈。那我想要先请这个主委哈，是不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Bank 3.0 的定义？以前大概就是认为在数位化的这个部分，并没有在银行过去的，我们都是到银行去提款。那如果以 Bank 3.0 这个部分，他认为银行不是实体存在而已，它必须是可以，就是你可以做的功能，而不是你要去那边做什么。所以他已经打破了你要去银行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而是说你透过手机上网非常多的数位化的功能，就可以执行我们在银行的所有的服务。所以他已经不是在 location 的据点，而是一个 service 而已。虚拟的 service 吗？是。对。那我想请问一下说，现在金管会针对这个Bank 3.0 或者是说这种金融数位化，做了哪一些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说一些法令上的一个修改？我们是做了蛮多事情的，包括说，要求他们有一个在上网哈、哦，还有对于其他的 device， 像手机，很多多元性的第三方支付这个部分的一个连接，就是让银行的 service 可以透过数位化相关的一个服务跟它的 device 能够做结合。那这个部分详细的资料我们可以给您再跟您把那个书面资料整理给你。主委不用了，我这边有详细的资料了。好。那我想问一下说，所以明确的来讲哈，所谓的这个 Bank 3.0 在金管会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银行的服务可以虚拟化，譬如说我可以透过网路好来做这个，来用户可以透过网路来进行银行的服务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电子支付机构一个条例这个部分嘛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主委这边就是
目前金管会在负责这个专案的，就是说有关数位金融化、金融数位化这件事情的专案小组有没有？有，我们有一个科技办公室。科技办公室，科技办公室，科技办公室有多少人员？十位吧，十位人员。那想请问一下主委，这十位人员里面有没有人有科技背景的？我们有资讯处的处长担任这个主任，所以他是有资讯背景。那其他科技背景的嘞？有多少人需要盘点一下？对对，资服处的有几个人？主委，其实你不用凑了啦，吼。就是说，这个专案办公室小组哈，本席听到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哈，跟那天吴坤玉委员在质询食安委员会哈，没有半个风险评估专家一样，这感觉是大家一起来聊天的啦。我们在谈的是数位金融嘛，哈。从刚刚我在 review 你们做的事情，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可不可以再先解释一下？其实科技办公室是执行面的部分，我们另外有一个这个 FinTech 的小组，那个委员会里面我们找了将近20位委员，那这个委员的部分就有非常多是科技业，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学者、相关产业的人。了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所以应该是区分为委员会跟办公室，这是两个不同的职掌。我们一个一个来哈。那所以说，我现在要跟这个主委讲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说从我们刚刚看哈。主委在提到的，目前我们金管会进行数位金融、金融数位 Bank 3.0 这件事情，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思维上的错误。我们一直在谈所谓的金融的数位化，就是把银行的服务虚拟化，用户就是用 APP 啊，或者是说用这个网络，我们来开户或进行转账的这些等等的交易嘛，好，要不然就是第三方支付的机构、电子支付机构这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本席身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哈。我那天看到某一个银行在广告一个 APP， 强调是数位金融哈，他就说只要你下载我这个 APP， 你就可以用这个 APP 开户。我想请问在座哈，包含主委，你一生能够开多少户？你能开几个户头？你一生要开几次户头？开户并不需要很多次啊，就不用很多次，为什么要搞个 APP 说这叫做金融或是数位金融？它是认证的方式。我今天想要提出来，了解，我今天想要提出来一个错误的思维，就是这样，就说，金管会目前在推的叫做金融数位化，不叫数位金融。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两个的差异性，不要混为一谈。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我是一个网络的重度使用者，一个消费者。我最想要，或是说不是网络重度使用者好了，当我想要为我的小孩买保险的时候，我会从什么方式得知哪个保险可以买？我会跑去找保险公司说：“哦，你有没有买？你有没有卖这种小孩的这种人身意外险吗？死亡险吗？”当然不是嘛，我从网络嘛。现在所谓新的数位金融是这样，你要依照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来去思考未来金融会发生在的这种虚拟空间在哪里。身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知的权利是来自于网站。如果我今天透过网络去了解这个保险，然后当我想要下单的时候，我请问一下主委，现在我可不可以透过网络买保险？可以，现在可以，可是是谁来乘坐？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好，那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专业的一个社群网络，他的保险的从业人员在上面提供资讯，但是他没有办法卖保险，这样子合理吗？保险的从业人员在上面卖，在一个社群的网站，他们在讨论这个保险。好，然后当这个消费者已经被这个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所说服了，但是因为这个社群网站的公司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新创公司，所以它在现在目前的法规下面它是不准卖保险的。我想问主委，你觉得这样是符合公平性吗？我们其实从消费者的需求可以来了解哪边是可以再让他们在需求上是比较方便的。可是刚刚在讲那个社群的部分，因为卖保险需要有证照，要什么样的证照？保险从业人员不是已经有证照了吗？对，所以你说的，如果他已经是有证照的话，那他就可以透过这个证照的人
他透过这个 channel 就可以去买保险了。是，但是主委是事实上是这样，我也想让主委知道，就真实的情况是说，尽管现在新的好这个保险公司，他们想要跟这个社群年轻人成立的社群网站合作，因为这个社群网站的定位在法规上不明确，他们怕触犯了金管会的监督跟管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给这个年轻人的创业的公司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扼杀了消费者去得到更公平资讯的机会。这只是现在我们台湾在谈数位金融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数位金融事实上未来在整个美国整个全球的趋势都是跟保险、借贷、财务那个理财的服务有相关，但是在台湾，我们现在金管会只谈到了什么？就是电子支付机构以及这个网银啦、APP 这些东西，完全是一个落后的思维。谢谢委员，今天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如何透过保金贷跟这个社群网站的一个结合，或者是说您刚刚提到那个公司怎么样在我们的 channel 上面是可以变成合法的，这个可以来研议。另外一个我常常听到就是说这种新创年轻人他们做网络被限制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5亿元的一个资本额才可以去登记你的这个电子支付机构，或是说能够登记说是一个数位金融体系的这个公司，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是，鲍文，根据那个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如果要做处置哈，或者账户之间的转移，最低实收资本额必须是5亿。是5亿吗？哈，但是如果不做这个的话，这个5亿是根据电子支付机构嘛，对不对？管理条例，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主要是着眼在于第三方支付嘛，对不对？第三方支付当初是这个从可能中国的阿里巴巴、支付宝的概念，或是其他地方来的，强调是说它有资本的市足额才适合去做这样子的收付的金额，以及就是延迟支付的这个时间嘛，对不对？是5亿，对不对？但是我刚刚在跟你强调，未来数位金融会发生在消费者使用的端点上面。如果今天金管会，我们也同意要大力支持所谓的科技金融，或者是说新创转型的话，那在这部分的法规的检讨需要跟上时代。鲍伟，那个代收代付的部分，也就是说，服务小商家，我现在其实谈的不是代收代付了，直接是透过非这个金融体系的新创公司，它是否能够透过网络做相关的金融产品或金融交易？我们在这条例里面有一个概括的一个授权保留条款。我举例来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P2P 的转账的时间到吗？非常有名的 P2P 的这个转账的这个新创公司哈，叫这个 Transwire， 在国外，他们其实就可以直接做网络上面的这种转账跟借款。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法规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国际杯。主委你知道吗？ P2P 局长是局长吗？局长你知道吗？ P2P 哦，那我只点出这些问题，真的希望金管会能够跟上。好，谢谢。好，下一位咨询委员陈奈素美，陈奈素美委员请。我们的主席，还有我们我想请我们的金管会。哎，主委。嗨，主委。你好。那我想哈，今天我们主要提案的一些修法的内容当中啊哈，那我在有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哈，因为我两个小朋友一出生，那保险业者又跟我游说说，那小孩子他还比较小，那投保会比较便宜，所以我也就买了保险了。那针对我们今天谈的，我们的在我们的保险107条嘛哈，针对我们15岁以下保险业不予投保，投保了也不予保险。那您认为这个法条当中，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现今针对我们15岁以下小朋友的人权的部分？我们其实并没有禁止小孩子可以有其他的保障，只是就死亡保障这个部分，我们是从保险法的观点上，因为刚刚有提到它不符合保险利益，因为它不会赚钱，所以这个你要做其他的医疗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保险，事实上都是开放的。啊，它不会赚钱，那我想请问一下，它会不会花钱？
一般父母养小孩子养到15岁，你认为他要花多少钱？要花很多钱嘛，对不对？他虽然不会赚钱，但是他有他的那个人，他有他的那个人权的一个保障。那我当时回溯之前修的法令的时候，是针对说怕道德风险，所以呢怕父母为了经济上的问题而加害小孩子。那您觉不觉得这样子的是符合现今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形态吗？像假设我们高速公路上如果因为发生车祸，我们高速公路就不开了吗？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妥当吧。并不是说单纯只针对这个道德危险的，这个没有绝对的，因为当然不能说因为是像会发生车祸就不开车的。在我们民法上面规定，有限制行为能力人，还有无行为能力人，当他也有在社会上也有一些行为，可是当我们在发生这个行为能力的时候，在我们民法上面的规定是，对于小孩子有利的部分我们予以采纳，不利的部分就不采纳，是不是这样子讲呢？那现在我们这些这个15岁以下的小孩子，他很明显，这次我们很多的委员提案的部分，他是不是针对说这次的台南地震当中发生这种事故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修法，法律能够溯及既往，那个让他能够有理赔的这个死亡的理赔。那我在看到您的报告里面是说您不倾向这个法律那个溯及既往的部分是吗？就契约上他有执行的困难。契约上有执行，他怎样子的有困难？就是如果小孩子或者是这个被保险人已经死亡的话，其实这个契约已经结束了。那结束的话，我们现在要修法去通过一个要涉及到契约结束的法条，其实是这个契约都已经结束，它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再让我们去执行的话，那到底怎么样来执行呢？所以本席看之前修的法是因为那个时候有道德风险，所以呢15岁小孩子的投保的理赔不予死亡不予理赔。那现在呢又因为说发生台南大地震，所以有几位的委员提出说应该要理赔，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情形发生的状况会有因为人为因素而改变这个法律行为，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好好的探讨一次，做一次总检讨？我觉得法律必须要有一致的这个学理基础跟一致性。那刚刚也有提到保险法107条历经非常多次的修法，尤其是在1999年的时候，事实上是为了当初有非常多的道德危险的案例，把它修成是未成年的保险人是不能投保寿险的。那我们现在又因为天灾是不是要理赔这件事情要来开放，那我们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针对要开放可以给这个丧葬金会或固定的限额的这个保障抚慰，这个那您刚刚讲的限额或抚慰的保障，所以我们精神赔偿，对这个精神赔偿、丧葬费用，精神赔偿，我们现在就来讨论。那是不是我们针对这个部分的修法，我们可以倾向说，如果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他我们父母或者是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的人要帮他投保的话，你应该要规范为一个额度多少的限额之内可以投保，而不是完全的去就不予保不予赔偿啊。不是这样子，应该才符合我们真正的那个最后背后的那个原意吗？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支持在天灾的时候不如果没有道德危险的话，但是天灾的时候，天灾的认定，刚刚有几位委员也有提到天灾的认定要怎么认定。假设这次台南地震，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疑义是天灾，可是有些人为也可以把它变成人为的天灾，像之前有一次火车的一个事故，它可以算准什么时候火车会经过这边，然后呢用火车轨的计算方式，然后放石头还是什么，让它造成另外一个意外，人为的意外，这又如何来解来判断呢？那您不觉得说如果用天灾这个部分的认定，会将来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义吗？天灾的定义其实在法规里面是有非常清楚的，那如果定义是清楚的话，是可以执行的话，就不会有认定的问题。那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保险业者，我们每一次很多的百姓投保了以后，每次到理赔的时候就产生问题了，因为
在法律上明定的东西，在保险业来讲，它就马上可以变成它可能不是天灾了，然后又为了要取得这个保险金的漏漏等啊，就很这个如果有这个不按照法规来执行，或者是不当销售的话，我们金管会重罚，在执行上我们也会监督保险公司，绝对不能这样子。对，所以我在这边本席在这边所要讲的就是在我们法律的精神上是稳定性、一致性，而且是很多基本上是没办法溯及既往。在没办法溯及既往，那这些小孩子，因为这次台南地震的一个死亡的时候，那我们要如何来帮这些死亡的小孩子主张他的权益？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协助这些？我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说其实是可以用看如何筹备一个捐赠的基金来做。如何捐赠？这些保险业他愿意捐赠吗？保险业其实在第一的时间已经捐赠3000万元了。你是说所有的保险业吗？金融机构已经捐了3.3亿元了。那他捐这个钱当中，可不可以针对这个15岁以下的小孩子，他有投保的部分？他已经捐给台南市政府啦。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是这个部分已经捐出去的话，那可不可以用？或者是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针对我自己本身在我们的选区里面就有一位，他是念书在台南，就是在那个房子地震的当中死亡。他本身是有那个银行学贷的。那针对这个学贷的部分，小孩死亡，通常小孩要学贷的话，家境都会比较辛苦了，对不对？那他既然家境比较辛苦，那家里又发生这样的事故，小孩子又往生死亡，那通常这个学贷的部分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如果是因为死亡学贷还没有还的话，这个部分会全部由这个捐赠款来处理了。那个行政院那边有一个就是捐赠款是来自于台商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一个预备金要全部处理了。就是针对他是这次的天灾而死亡的往生的这些，因为念书死亡的儿童的学贷的部分也是用捐赠款来处理。对，好，谢谢。那刚刚我们回溯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在您的认知里面，要让保险公司给付这个回溯既往的那个他的小孩子的一个死亡的一个赔偿金，在实务上是有他的困难度是吗？在契约上、在法律上跟实务上应该都有问题需要厘清。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委员，为了很多都是南部的委员啦，为了争取他们的乡亲的一个死亡，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在这个特别的一个情形之下能够给予宽松。可是我们现在在立法院，我们立的法是未来一定全部都要执行的，所以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从长远来看，法律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对历史负责的。那如果为了解决短期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那立法本身必须要对这个法律上负责，要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立法的稳定性，所以要溯及既往有困难。那如果没有溯及既往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这次把这个法令修过，因为天灾所以可以给付这个部分呢？就刚刚我们其实在说明的时候也很清楚，就是如果不会有道德危险，然后是天灾造成的话，可以给付一定金额的这个丧葬费用。是针对丧葬费用而不是保险的费用。这个保险就是一个限额，它的观念是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是丧葬费用的补贴。好，谢谢。下一位咨询委员是李应元委员。应元请来。好，谢谢主席。主席，我是请王主委。主委，请。议员好。主委好，还有我们各位金管会的先进，大家好。所以我想这个107条的修法，经过这么充分的讨论应该很清楚了，是不是主委就是倾向限额的大概丧葬费用这样的一个额度里面这个部分恢复，这样讲是不是公允？就是天灾的话可以给付。是是不是这样？对，好，
OK， 我想这个大概大家已经不管是道德风险，大概这些部分都讨论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我大概要就一些其他的部分来向你请教哈。是。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核定版的两岸金融这个业务计划，这是什么时候订定的？你还记得吗？两岸金融的业务计划是什么时候订定的？不是很记得。不是很记得，有没有哪一个同仁知道的哈、哦？来补充一下，就两三年前了哈、哦。好，没有关系。这个请张局长请上来。那再下一张，多谢来。这个当然，这个是长期以来这个所谓 TIF 哈、哦，这个大家上一次都讨论过，那也做了好几次调整啊，也不断的呼吁这个有风险，大家来买买这哦，莫贵的棺材不能开回去。我想这一点呢、啊，已经做了一定的呼吁。但是呢，就是刚刚在核定本这个业务金融计划，当时啊，因为有这样的，像第一条，配合企业金融之资金需求及调度，发展人民币衍生性金融商品，最活络市场及避险之工具，啊、哦，我想在一定程度，哦，一定程度啊，当时这个 TIF 有足侪人就是讲，我在中国要做生意，所以我有一寡人民币的进出的需要，哦、啊，咱本来是讲为了让他做避险。啊！但是银行呢，啊，做老的顾客，所以我知你有一定现金几千万，吼、哦，我讲即摆有这好康，大家拢在谈，吼、哦，啊，就鼓励你来做。啊，做的时阵，头家无闲，有当去太太对财务长，哎，来鼓吹，来卖这个商品，啊，来个真正帮落的时阵挡袂牢，欲哭无泪啦。啊，这个东西本来是避险的，变成投机，啊，投机又没有设定你自己的风险的管控的额度，哦，所以。我说以这一条做例子，我想这个当时制定了这个有关发展两岸的金融的业务计划，值得重新检视做调整。这个诸位你同意吗？我们再来检讨上，其实一开始的用意是好的，因为全世界在当然我们知道嘛，好，啊，但是都现在都，那当初大家嘛，感觉中国无限美好。现在是后续怎么执行的部分了哦。后续怎么执行的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在检讨。因为前年、去年哦，包括今年年初都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导致这个整个 TIF 的这么多的申诉案件嘛，哈。所以我是说，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政策方向。当时大家都觉得整个中国经济是 NAD 起来，哦，好像虽然我们也都不断提醒哦，因为它是一个不透明的一个体系嘛，哦，所以我想。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对全世界都好的，理论上讲，吼，大概促进整个经济。但是这已经发生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过度乐观、片面的乐观，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当时一个类似纲要性的指导准则，应该要重新检讨，好不好？我想诸位这一点，哈，我们相关的同仁，哈，是不是一起来努力了，哈？好，那第一点，第二点，类似说，放宽国内基金及全权委托投资资产。投资大陆上有价证券的比例限制，哈，这些都重新审视一下，好不好？好，就重新审视一下。可以，我们来检讨一下。好，谢谢，哈，再下一张。好，这个类似的，让金融市场都有这样处理，哈，不良资产重新包裹之后，做出售，哈，在一般的正常的市场，我想就没有意见。但是因为在这个市场目前，就是很多的制度，啊，还不是那么的透明。国家开始很大力的介入，所以特别需要在这个市场，大陆这一块市场，中国这一块市场，必须要特别小心。这个我们有注意到了，对。好，我很高兴，诸位有注意到，那希望这个业者也能够注意到，好不好？这样来处理哈。再下一张，啊，这个就是有关，这都是老问题，哈，老问题哈。这个以前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啊，这几个豆企的公司。你曾经在副主委的任内，你的本来的主张是怎样？那是什么东西？看不到哈。对，看太远了。是不是保单将限额理赔？我讨论一下，保险公司倒闭，保单将限额理赔，要这个王副主委莅临啊，要参考日本模式，最快七月底出炉。
当时你们有记忆有这样的想法？当初是因为我们有几家保险公司，如果他接管之后，可能要理赔的金额超过安定基金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参考那个国外的立法，是不是可以用限额理赔的方式？那也有一些国外的立法的经验是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对市场的秩序，也就是对于被保险人未来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会更注意他的财务状况，这会有一个好的。我想这一点我知道，我了解，包括是应该差别的费率，对不对？这款公司康好公司，对不对？我都给你卖空啊，卖空想的梦啊，给你真高的这个真俗的保单，相对于他的理赔，对不对？大家抢过抢。来抢保单，大家拢来个买啊！啊，你放互倒，放互社会来承担，放互政府来承担，哦对，每一次都是这样无限理赔，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所以这个早就要处理，所以这个是对的，应该要这样做。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因为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是继续这样完全理赔吗？我现在认为这个理念也是对的，可是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已经处理完了。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推的话，我想可以让未来的政府来决定。就是我认为这个理念是对的，可是要不要推？后面这几家的这个是不是对，后面这几家都不会再发生问题吗？短期内没有，现在因为朝阳也被接管了嘛，所以基本上现在市场上完全没有负值的保险公司，没有负值的，对啊。当然这样是很高兴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制度该推了，不要当它事情发生的时候再过来上，就是太慢了。好的制度应该慢慢的让社会接受，让业界接受来处理。再下一张。诸位，这个是那一天已经大家都谈过的 case， 就是华南银行这个问题。这个其实那天因为是公股银行，我请教了这些董事长，其他的好像都没有发生在，因为还有十几件嘛，三四件是华南啊，另外几家，这个部分有没有民间银行有哪几家？是集中在一家两家，还是分散到很多家？局长，报委，最主要是华银啦，这就讲过了嘛，另外还有两三家，但是那个案件的数量都相当少，跟华银这个件数那么多不一样。啊，咁集中在三四间一间，就存在两间。大概是三四家，三四家有这种现象。所以平均每一间都两三案件，三四案件。对，一两个案件，还有一家稍微多一点，比两个多一点，不像华银这么多。好，那再下一张。这个中信银当时在103年也有这个老案子哈。我讲，我之所以把这老案子再提出来的原因是说，内部机控、内控、内机、内控的相关机制哈。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来改善？局长还是主委？怎么来改善？如果这么多家银行弄发行这问题，是显然这个103年发生了，最近又发生，而且分散在很多家，那代表这是一个通案。啊，都通案的话，就国家要介入，这个相关的制度就要来冲你。鲍委，我们现在除了裁处之外，都还要要求银行提改善计划，然后把改善计划提报到董事会，董事会同意之后，我们都还要求他总稽核的部门要去做定点定期的做一些重点的一些检查。好，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会计师查账，因为会计师一方面自己做账，好，会计师做账的时候，如果又是做账的人来查账，会有盲点。我们自己在写文章，有时候写下你错字看十遍都看不出来，需要有一个第三者来看。医生也一样，要叫 second opinion 来，这么重大的手术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类似这个在所谓的公司的内控制度里面我们有一个第六条的规定是说，公司在处理这个内控的制度在进行的时候，可以选择自行评估或者是会计师受托专业审查。这两个，这个或这个字，这个或我们自行审查或者可以处理啊，这款情况就行，这个我是不是值得再探讨？是教练，鲍委，这个我们来评估研究一下，因为这个也真的是也涉及到一些费用了哈。还有，相对一个几百亿、几千亿、几条的一个银行，会计师签证都是十万、这款钱嘛要专业人来谈呐，是，对不对？研究一下。不专业，这上面要读册，读册的考试都是要，这类物件是对社会有利的代志啊。我认为，诸位还有局长，
我提醒这几个都是制度性的，希望我们监管会同仁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将会来检讨一下。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接下来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不在，我们请罗明才委员，罗委员请来。主席各位，出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不可以请王主委？哎，主委，王主委你好。大家好。那我想，保险呢、啊、是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定的力量哦。那环视国内的这个保险环境啊，经过这个金管会啊不断的推动整理以后啊，感觉现在比较好一点了哈、哦，啊比较不会销价竞争。那事实上，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啊、哦，台湾现在的保单呢、啊、的密度大概是多少？全世界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保险密度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名，是第一名啊。嗯，那换言之，我们一个人平均大概有几张保单？2点多张哦。嗯、那是这样，是代表是不是国内的情况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现在好像国内有成熟的保险市场，是本土的保险公司有几家？三十七，全部加起来是50。台湾本土的有几家？本土的。台湾的37是不是？那外商呢？外商的保险公司有几家？这个我们这几年发现数字上24家。外国的了哈，外商，我们发现哦，从以前呢、啊，大概外国的保险公司啊，可以说有一段时间如雨后春笋啊，不断在台湾设立的哈、哦。可是我们发现呢、啊，这几年呢、啊。外商的保险公司啊，不断的、啊、出走，离家出走，啊，这个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台湾已经保单的情况啊，竞争太大，还是这个它的密度已经太高了，无利可图，商人才会跑掉嘛？哦、啊，那还是因为说主管机关管得太严，或者市场环境，因为有一些比较。不是正派的、哦、被接管的这几间、哦、兴风作浪，然后销价竞争，是不是这个整个环境是变得不好啊、哦、所以这个外商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不断的出走、哦、那我们看到、哦、这个有接管的几家、啊、好像这个幸福的部分好像负责人几个现在还在起诉，已经起诉，好像也都积压了吧，哈。那有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呢、啊？因为幸福好像我们赔付也赔了很多钱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国保好像也都没事哈。为什么这个差别那么大？有的立刻就处置，那有的没有一点事情都没有，啊，是不是情况现在大概是怎么样？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请就接管人有透过法律顾问，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是不是有不法跟相关需要移送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盘点过，那该移的部分都移了哈。那现在就是幸福人寿的这个部分有在这个法院的过程还在处理当中，那国保现在是没有，都没有啊。国保大概赔付了多少钱？国保加幸福是六，国保赔多少钱？或者是请局长，李局长负责。是，就是我们赔付多少钱，我就忘了。赔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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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数百亿应该有吧。不过后来是因为国泰他标售了哈，标售他三百多亿啊，303亿，对，三百多亿了哈。我想这个每笔钱哦，都是人民的那个血汗钱的哈，所以我们都是要锱铢必较，好，是该保险公司的权益啊，我们接管了以后该拿回的要拿回来啊，好，这个应该要
这个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现在还是定期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小组在讨论，所以这个以国华的案子也是这样，我们诉讼的过程或是处理这个球场的部分会拖得非常久，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密切的在进行，所以我们也没有懈怠。现在 RBC 啊，资本市足率低于200的还有几家？现在都只有朝阳，那朝阳已经被接管了。低于200，现在只有一家。嗯。那低于250的有几家？低于250，这个因为手边250以下应该还有一些吧？哈。250其实是正常啊，200到250。低于250的。低于250，现在就只有朝阳，他已经被接管了。还有吧，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未雨绸缪啊。我记得本席在这边，在若干年前就讲说，要接管的话，要迅雷不及掩耳，而且我那时候很早的时候就觉得，要接管就速度要快一点，才不会让那个洞越来越大。这个很认同。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整个国内的保险公司的这个制度啊，比较正常化了以后，以前我发现他们有很多的保单哦，哇，都是你们有一个名词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很棒啦，这个算一算啊，每年大概都有8%、9%，早期好像都有这种保单嘛。对，这个所以产生一些利差损，那现在这种保单我们是严密在控管了。那个200到250是四家，有四家嘛？哈，哪四家？南山、山商、美邦、安联，还有这个南山那么大的，它资本市足率还低于250啊。那我现在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有几个问题的哈，因为国内现在因为有这个土壤异化的这些问题啊，还有断层带啦，哦，这些，请问一下主委，是不是未来啊会把什么土壤异化区啊，是红啊、黄啊，或者是断层啊，这个会标示在这个契约里面，或者是在藤本里面，或者是在像银行在放款的哈，上面会不会加注这些特殊的这个情况？你是说房屋的买卖契约吗？还是说因为这个是内政部管的？不是，我们银行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贷款哦。是。在这个里面要不要写进去？啊，现在是讲保险的，但是跟银行有关呐，保险有很多贷款呐哈。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已经有公布的土壤异化区了。那未来会不会加注这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它是土壤异化区的红区或者黄区，或者刮胡这里是断层带，这边会不会加注进去？银行在授信的时候，因为现在既然是公布的话，是查得到的，所以他们会把它纳进去授信的这个5P的考量当中。那至于要不要写在契约里面呢？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刚刚公布而已，我们还在请这个，我们会请银行工会来研议到底后续的配套跟执行到底怎么处理。因为一般的民众哦，他不会查，他不会不知道怎么查，即便查到了以后，因为他那个是比率是多少，两千分之一还是多少，一个比率啊，就请那个詹局长。因为它的比例是还是会有误差值啊，纸面上看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清楚啊，可是你当套图或是回归到这个现实的这个社区里面哦，可能就差一栋两栋，哇，这一差啊，天壤之别啊，有没有可能差到4成到5成的价格？局长可不可以说明？是。委员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哦，这个是贷款的定型化企业哈，是现在消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的单位在评估啊，是不是说文字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那个消保单位在评估中。
那它的利弊大概是怎么样？如果有写进去的话，跟我们报告这一个旧贷款当然没有影响了，新贷款的部分其实每一个跟案件跟每一个案件差异非常大哦，所以银行他自己在授信的时候，他就会根据各种情况，像您刚提到的楼层高低或者当地他当时设计的时候，他建材的品质啊，安全系数会做一个评估。我想这段时间要赶紧上紧发条了哈，是因为这个问题哦，一般民众都不了解啊，啊有时候。听一听啊，那个卖房子的听一听都觉得不错不错，这个心态上买了以后，搞不好就好像买到那个、啊、过去啊凶宅啦，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房子一样。你像现在有人要买房子哈、哦，买新的房子，他第一个注重安全呐、啊，价格反而是另外的考量啊。好、哦，特别是比较这个财富比较多的人，他一听到这个是。突然异化区，他第二个他就不要了，对不对？假设他那个一亿，你少个五千万给他，他还是不要啊。所以我刚讲的是这样，就可能打五折了哈、哦。所以我想这个加注的部分呢、哦，还有利弊要研究一下，好、哦、考量一下。那因为今天是保险法107条啊、哦，本席也是很关心啊这个相关的道德风险啊、哦、以及保护权益的问题啊。我们希望今天那个大家多多讨论一下，有一个好的结果。谢谢。啊、接下来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吴思雅委员，吴思雅委员，吴思雅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接下来，费宏泰委员，费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这个我们各位列席的官员啊，主席帮我请一下我们王主委哈。费委员早。哎，主委好哈，我想。这个刚才前面应该有很多位啊，都谈到所谓的道德风险的事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上一任再上一任呢、啊，我们大家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因为发生了这个像有一些杀人魔、啊、这个昧着良心呢、啊、去赚那样子的钱哈、啊，当然我们认为这种道德风险呢、啊，应该是要非常的注意啊。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发生的空难，啊，以及这一次哈、啊，我们在台南呢、啊、维冠大楼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以及啊还有一些像那个重大的疾病，像 SARS 啊还有一些什么病，这些啊如果说也把它排除啊，这个在外把它也认为是这个在这个道德风险之内哈、啊，我想有一点矫枉过正。因此我提的案呢、啊、很简单的、啊、哈，在我的提案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啊不知道主委对我这样的提案的看法是什么。对，我们支持把一些例外可以放进来，像天灾，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定义要非常清楚，才不会造成道德危险。好，换句话说基本上你不反对嘛，对不对？就是要定义非常清楚。对啊，你要举例像我定义的哈，这个因天灾、重大意外灾害或重大传染病死亡者，这个定义的够不够清楚？重大意外可能会有争议啊，就是怎么定义啦？如果也可以把它写得非常清楚，这样子，重大死，现在在这个怎么定义那个重大意外？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文字上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在请教你啊。是保险局的评估里面是认为重大意外会有一个就是定义上的问题，怎么去认定它是不是重大意外？那我们认为天灾的部分，因为有一个引用的法条，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好，我请问你，如果要改的话，要像围冠啊，我认为围冠就是重大意外哈、啊。就是地震嘛，天灾，这个是属于地震造成的，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就是可以放进来。围冠是一个天灾，因为它是地震造成的。那如果重大意外，可能非天灾的部分到底还包括什么？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必须要定义清楚。我在请教你们字要怎么修改吗？我们目前是认为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定义清楚的话，可能保险局长来一下。你讲了半天都讲不清楚嘛，是吧？局长，如果像我认为啊，像围冠算是重大意外，你觉得重大意外，围冠不叫做重大意外？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围冠它其实上是地震引起的，所以它其实在前面围冠是什么？啊？地震引起的倒塌。啊，对。所以我们认为在前面的天灾其实应该可以涵盖地震的部分。哦、天灾就涵盖了，是不是？对。对，那重大意外就把它取消就好了。对，就是、是不是这意思？对，担心说那重大传染病呢？重大传染病在目前的那个传染病防治法里面是有一些分级，但是因为它的范围就是。对它的内涵，我们是担心说，如果范围比较不明确的话，将来在计价或是理赔，未来在理赔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容易有争议？所以你们觉得也有争议，那只有保留天灾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天灾可能是就是目前看起来，因为在那个灾害防救法里面有所谓天然灾害里面，还有列举了几个这个灾害的名称，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就天灾后面括弧要再加几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天灾，因为天灾现在灾害防救法里面对于天然灾害里面，其实它就有一个范围啊，所以我们是想说天灾、哎。还有啊，诸位，我觉得很奇怪哈、哦，像以前我们有提案的、啊、哈，哎，我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哈，你们一定都会找人到我们每个委提案委员的办公室去做说明、做建议，现在好像怎么这个动作都没有了。因为这次的时间，你是认为你们已经开始放假了，是不是？没有没有，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时间比较赶了、啊。那所以我们其实有请保险局要去做说明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你们喂、今天审的案子上礼拜五就知道了，今天是礼拜四哦。那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你们都在干什么？对，是我们会来处理。哎，你们这种态度啊，金管会我长期是非常支持你们的哦。如果你们态度是变成这个样子，你就走着瞧喽。委员不好意思。主委，你不要因为你破坏了我对金管会的信任哦。是这个委员，我疏忽了，这个我向您道歉。好，不问了。好吧，那个请回座。那接下来我们请徐国勇委员。好，徐委员。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好，主委，请。啊，诸位，其实现在107条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了、啊、哈。当然，我也共同提案跟王龙章委员提案。不过在这里有几个问题，你们尽管会要去思考哦。当然，因为我们的国情不太一样，那很多保险法的教授，包括台大、政大，还有其他学校，台北大学几个保险法的教授都有来找我，他们都提到了道德危机，特别在提到这一点。但是保险法107条里面，因为现阶段未满15岁，应该是可以投保吧？以107条，没错吧？是，可是就是死亡的时候是退回保，所以它是付期限的嘛，就是在期限15岁到达之前，它还是签了，只不过是如果在期限之前15岁以前发生了死亡结果的话，这个不能给付。不生效力，所以它的其实是一个负期限的
可以说说负期限这个法律行为嘛，一个契约行为嘛，就是这样子嘛。是。所以在这里又产生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负期限的法律行为，那产生的其中要给付里面不给付，事付里面又附有条件，所以期限跟条件是有交叉。我讲的意思呢，因为你应该虽然是保险的专家，但是应该这方面的法律术语你也应该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这个交叉，这第一个你们要去考虑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要问的是，如果在十五岁之前死亡，变成说把他的保费加计利息还给他，那现在保险法是这样规定吗？是。可是在当事人来讲，他钱已经被收走了，那被收走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应该也去考虑，如果十五岁以前根本就不能生效的话，就是无柄乐园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啦。我刚刚坐在上面一直听你们两个一直好像对不起来，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干脆规定十五岁以前死亡保险这一部分不能签订，没有什么期限跟条件的问题，通通没有，这一部分就是十五岁以后才能签，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啦。你现在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认同，我们可以来检讨。好，这是第一个。但是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很聪明，你知道，反正可以签订哦，十五岁以下死亡不给付，可是又可以订约，所以保险公司就用哪一招呢？你们都来订约，反正你们订约，你们的钱就拿来让我什么，让我周转。嚯、哦，保险公司无代无钱哦，你若去订一挂客用哦，一加足侪钱能够周转的呢？啊，你也死唔死，伊唔知啦。反正十五岁以后，当他生效了以后，期限到了可以生效以后，那等于他又是好像先把保单抓在手里了。因为他又先签了保单，家人都伪造啊，跑不掉了。本来是十五岁以后才可以开始去拉保险，他变成在十五岁以前都开始在拉保险了，变成这样子。那这个拉保险，他又可以把这笔钱就拿来先期运用，然后再加上通货膨胀，再加上你看，在保险公司把这一些准备金，他就拿去干什么？拿去炒地皮。买了很多的土地，然后在这几年土地又大涨价，所以从这里他们捞到了不少的利益。所以其实吴秉睿在问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隔开的时候，那你们考虑了像这一部分到底是怎么去处理。如果你刚刚讲的说你考虑可以15岁以前不准定的话，15岁以前不准定的话，那这一部分是不是107条你们就应该提出你们的建议。我在你们的这些回应里面没有看到你的建议。那刚刚费宏泰委员很生气的说，你都没来做一些法案的说明，你们的态度其实似乎费宏泰委员生气的也有道理啦。像这些你们应该要考虑到，因为你们的人员是最多的嘛。像我们办公室十个助理、十一个助理就算很多啦。啊，我是还好，还有以前的律师事务所一大堆人可以给我意见，可是你们的人是一堆啊。像这一方面，你们应该要从法律的条文跟实务的经验去做结合，好好的去把它找出来，说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子才能够给真正立法人要立法的一个或者修法的一个建议嘛。好，这一部分你们似乎没有做好。今天就会马上来安排。对啊，你们没有，謝謝，你们就没有做好。是我们疏忽了，我们今天会马上安排。对，像这一部分其实要问的就是这个，因为大家似乎好像形成了一个共识，可是这个共识还是有一点问题，因为等一下就会有修正动议，有人说意外灾害。那十五岁以下通通要赔啊，这个问题又来了。其实啊，道德危机造成十五岁以下孩子的这一种假的保险的死亡，都是用意外来造成的。所以意外灾害就是道德危机里面最大的原因嘛。要杀死一个小孩子，他不会就这样把他杀死，这样杀死是故意杀人，怎么拿得到保险金呢？他一定是制造车祸啦，哦，什么黑手处啦，哦，一定是这一些嘛。所以当然有人修正动议提到说意外灾害通通要赔，那这个就会有问题，这个就等于是把道德危机全部都排除掉了，等于是没有去考虑到道德危机了啊。所以这一部分你们也要讲出，要拿出你们金管会的态度哦，这是我给你们第一个建议啦哦，因为这是修法，也不问你们太多，我也不问到其他的。第二个，溯及既往的这一部分你讲的是对的，因为人一定死也要怎么溯及既往，其实你讲的是对的，可是我还是签了这个法案，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给这些孩子跟给社会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很重视你们。
那你讲的，那就由保险公司大家捐钱。那现在你要把态度表现出来，跟保险公司讲，不是你们在事情地震发生了以后，你们捐了1000万，捐了3000万，好，通通捐了以后，然后现在来说，我们捐的钱都包括这一些。如果他们捐的钱包括这一些的话，这一些已经2000多万了，你捐个3000万，就我们安呢，让人家觉得不太对。所以如果有能力，是应该道德劝说他们说，你们保险公司在地震捐钱以外，另外再把这一些本来要应该要赔的钱，可是照法律他们可以不必赔的这些钱，把它拿出来，就给这24个小孩子。因为现在死亡，我们用赈灾的这一些灾款捐款去付，每一个人拿的钱都一样多。这个时候，这24个人，因为他们有保险，是不是额外给他们这些保险费？这一次当做保险公司的例外，当做一个他们的一个 mercy， 一个恩典，把它处理掉。我想这是一个方式嘛。所以你们应该往这一部分去做，才能够说服立法委员说啊，那你们就把这一部分的什么不溯及既往的，不要去违反法律规定拿掉，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法律的修法能够圆满，这才是一个态度吧。所以我发现你都没为家走，然后在刚刚跟委员答询过程里面，我发现你们也没有这个态度，所以这我想这才是重点吧，是不是应该往这里去考虑？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有在想说是不是要去沟通这样子，可是并还没有去征询。可是这个0206已经一阵子了呢，对不对？这个法案一开始从总质询、从媒体讲很久了，那你们有去沟通？沟通的结果是怎么样？还没有，还没有，没有啊！所以啊，要做啊，不能有想法啊，有想法还要有做法，要执行啊。这个要我常常讲嘛，你公务员也许每个人工作就是这样子，可是碰到了这个属于额外的分配一下工作，因为你们的人是比较多嘛，对不对？啊，也可以配合这个区域在地的立委一起去处理这些事嘛，然后把保险公司人大家好好的来谈一谈嘛。那基本上保险是一个特许的行业，他们赚了非常多的钱，不要骗人了，他们赚了很多钱。对社会多一点贡献，他们也我相信他们也应该是乐意的嘛。我们是有在了解有没有那个捐赠款的部分是可以运用的，不是只有捐赠款这一部分要捐赠，大家平均捐赠出来额外的这一些，等于是他还是把保险给付出来，只不过他们心甘情愿拿出来，不要用保险法里面的这个概念去赔这个保险金。大概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概念。我的论述应该很清楚吧？不会听不懂吧？懂，懂，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吧？好，这是我今天来问你们的，应该是这样处理。啊，至于107条，它道德危机到底我们要限制到哪里，或者用金额，甚至有人告诉你说，包括丧葬费200万，我们现在的这些规定是不是应该用微型保险去处理？以后连丧葬费都不要，来把这个道德风险把它巩固住。你们也要考虑到，不要没有考虑到，因为这两天很多学者都已经写了文章出来了，希望你们好好去考虑，好不好？好，谢谢。大概就这样子。好，谢谢委员建议。好，接下来我们请江永昌委员质询。哎，江委员，好，谢谢主席哈，啊，请主委，谢谢。江委员长，好，今天有关于保险法107条的修正哈，早上到现在，我想很多人。有大概其实局限的问题都差不多了哈，那我想多给主委一点时间去做一些说明啊。那有关于保险法在99年修法的时候，曾经对于这个未成年人保险有关于丧葬给付的相关规定哈有做删除。那当时的一个修法的原因跟背景，那主委你有什么看法？我们从那个层面开始来做一个讨论。这个我们是不是请保险局说明？可以可以可以。
委员好、哦，那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有关99年修法保险法修法的一个背景啊、哦。那刚刚其实也有一些委员有提到过，就是在99年之前呢，因为有发生了这个父母呢把小孩推到水里头这样的一个道德危险的案子发生，所以社会上就有一些舆论上就有一些声音认为说，这个用儿童死亡保单的这一块一定要慎重的考量。所以在99年的时候，就有委员的提案。那主要的理由大概就是说，因为儿童他不是主要经济来源，那我们一般人寿保险的这个保险金是为了让这个被保险如果死亡的话，他的遗嘱可以得到一个经济的保障。可是儿童呢，他其实不是一个经济的主要的来源。哦，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有道德危险。也就是说，当时的时空背景，觉得道德的风险的这个成分因素重要，對而对于罹难儿童的这个抚慰，或者说对家属的这个安慰，认为是比较其次，刚好跟这次的台南大地震所造成的一个灾情，在线下的一个民意的一个声浪当中，刚好是呈现不一样嘛，哈。对，因为委员会认为说，儿童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一个医疗或储蓄险，而不是在死亡保险这一块，所以当初99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先修正成现在目前这样15岁以后才生效。对，而且在当时本来就是。有丧葬补助，连丧葬补助通通的理赔通通都拿掉嘛，哈，只有这个身心障碍者还留下那个丧葬的一个理赔，那所以其实哈，这个要非常的一个慎重呐。我相信你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哈，将来就是说不要说每一次不同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就造成就要来修法，那修了之后呢，又造成可能又不能面对未来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处理，所以这一次啊，如果真的要修的话，一定要一次修到好了哈。那本席就教育哈，联合国有儿童的权利公约了哈，那不管我们是不是会员国，那他的意旨是什么？他是基于儿童的这个最佳的一个利益原则嘛？那所以如果真的要修法，那我们考量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跟作为？请说明。它是要保障儿童的生存跟发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就是只要会危害到儿童的生存，尤其是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自主能力，所以就会把道德危险的降到最低。也就是说，其实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它也是比较主张那个道德危险应该列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嘛，哈。是。所以表示国际上也是这个看法。那你可以举例哈，在国际上。我所知道的资料好像你们新闻稿也有出，好、哦，我们比邻的国家韩国，那以及那个非常崇尚自由的一个法国，他们是全面禁止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的一个国家了。好、哦，你们可以对他们这些国家这样一个做法做一个说明。跟委员报告，我想这就是因为这个所谓儿童死亡保单到底要不要能不能推，能不能去卖这个儿童死亡保单，就是那些国家，不管是韩国是法国，对，他们能够全面去禁止，好、哦，他们这个禁止就是完全没有，也没有，是不是还有丧葬补助？应该也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法国是12岁，韩国是15岁以上，他就是禁止，他就是没有，就是不行。对对，那我们参酌他们的国情跟台湾的一个环境，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就刚跟委员报告，99年他在立法的当时，其实修法的当时其实就是有一些背景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当时其实也是比较限制儿童的死亡保单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你觉得台湾的环境、台湾的人文趋向于韩国、法国吗？还是不趋向于他们国家跟我们是比较相似类同的？简单来讲了哈，另外有一些国家，像美国的纽约州、德国、日本跟中国大陆，他们是做一个投保的死亡的这个保险金额有做一个上限，啊，这就是不同的嘛哈。那就这两点啊，不就这两行呐、啊？按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就我们比较趋近于向谁？我们觉得如果在当初，因为99年修法之后，是连丧葬的理赔通都拿掉了嘛。十五岁以下是死亡的话是完全不理赔。可是国外有不同的一个类型嘛，那我们趋向于谁？以现在很多保险法或者是或者说在这一次大家这样的一个提案修法的一个过程当中。主委，你的想法、你的心意，或是你的我们未来的一个政策，我刚刚其实讲的就是有说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不开放为
成年人可以投保寿险，可是如果是天灾，或者是现在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特例，这个定义非常清楚，不会造成道德危险的前提底下，是对于他的这个丧葬费用，还有精神抚慰的部分是限额理赔。好，丧葬费用、精神抚慰是限额理赔，所以这个就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不会完全禁止嘛，哈。没有，已经是完全禁止，可是就是死亡理赔是完全禁止，但其他项目，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哈，你刚刚讲到天灾，那你说天灾的定义非常清楚，刚刚你也讲说维冠大楼这次因为地震而倒塌，本席所刚刚听到其他这个委员在垂询的时候，你是说那是天灾，万一今天法院判定那个建商房子没有盖好，那到底是天灾是人祸？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保险法107条修正通过，哦，天灾要理赔，因为主委你也说天灾的定义非常明确，可是我单举或者说未来如果有一栋建筑物它在地震的时候倒塌，但是法院又判定那栋建筑物当时盖的时候是有问题的，那这样到底是天灾是人祸？它如果是地震的时候倒塌，那么它就是有可以适用这个天灾造成的损害，所以在天灾的那一段期间所发生的有包含人为因素所在的保险公司，如果我们保险法107条有修正，都应该按照天灾理赔，主委是这个意思吗？那人为的因素就不考虑。那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知道现在学界跟业界的看法刚好是相反啊，学界认为应该考虑道德风险，所以不应在人寿险的话应该要规避掉，就是完全不要有这个死亡的理赔给付，但是业界反的想法是说这个应该如果被保人有遭人以天灾蒙骗去加害这个保险人，被保险人的话应该留给诉讼去决定，学界跟业界看法不一，就交于主委。那你刚刚讲了嘛，哈，你说天灾这个判定只要在那个期间之上，不管当时有没有任何人为的其他因素参与比例在内，都通通认定是天灾，那你这样怎么因应学界跟业界的看法？一般来讲这个道德危险是说他后续有行为产生这个诈欺的行为啦，那我们是认为那个留给诉讼去判定嘛，是啊，是啊，可是在这边就是我们必须要，我是说如果照你今天在修法的时候必须要认定清楚我们在107条要排除哪些，因为对金管会来讲我们认为天灾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排除的，这也不会造成道德危险，那其他像有其他的原因如果要放进来的话，必须在没有道德危险跟定义清楚这两个条件符合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对啊，所以刚刚本席就教于这个主委，就是说你的意思说在天灾期间如果那个也比方说法院判定它有人为的一个因素，因为你单纯地震的话不可能每个房屋都会倒啊，盖得好的房屋不会倒啊，但是在地震期间没有盖好的房屋它倒了也算定是天灾，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啊，你听不懂意思。我懂啊，可是基本上因为在地震的时候倒的话其实就构成了它是天灾造成的伤害啊，好好，那它是人为因素是造成它全损或者是损害的非常非常严重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后续再去处理的问题，可是它其实是因为天灾造成的话这个已经 trigger 是可以理赔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保险法107条有修正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全额理赔的意思就对了，死亡全额理赔，因为天灾是看有没有全损嘛，就是在地震险底下，对，你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人是人寿，是人寿，对，是那就是可以全额理赔。好，那我们虽然有登记的文询答完毕，但是因为邱志伟委员特别来到我们委员会欢迎他来，所以我们给他3分钟哦，来向主管机关来做答询，好了，2分50秒就好了。好，那55秒好了，好。谢谢主席，有请主委。哎，主委来。邱委好。主委，今天的版本呢，我想大致上大同小异了哈。
但是我觉得它共同的状况，共同的我们忧虑的地方就是考虑的情境不够周延哈。一天，那你们立场大概也是一个原则性的宣示，原则性的这个概括性的一个立场，你们也没有针对金管会，针对这个行政部门有具体的做法，针对这个保险法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情境必须要去仔细去判断，仔细去研究了哈。比如现在极端主义盛行，现在恐怖主义盛行，在美国发生很多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会边缘人到校园里面去枪杀，他是无特定对象，造成很多学生的这个死亡。譬如说如果说发生意外，假设一个情境在幼稚园发生意外大火造成大规模这个幼稚园原生的这个伤亡，这种情境我们该如何去考量呢？我只看到你们的报告写到说一个原则就是不增加道德风险，然后把天灾这个做一个排外，就变成二分法，非天灾的就不能排外，非天灾的就可能有增加道德风险的这个可能性，另外不溯于既往，不溯及既往。所以我只看到你们版本很非常简单的，而且绝对没有很全面的去针对这个保险法这107条做相关的研究跟探讨。我觉得这个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要通过，我觉得太过于冒险了哈。很多的情境就应该要全盘的去考量。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主委。这个我们会再补充说明。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版本在讨论过后，那如果针对今天你们有自己的版本是吧？我们对于这个你们提出来的很多的版本的这个部分，我们有我们的对案，也就是我们会提出一个我们认为文字上的对案。你们应该在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在咨询的时候应该提出来给委员参考啊。这个部分我们会马上来做补充。一般在其他委员会只要有委员提出对案，应该行政部门也相对要提出对案，或对每一个委员提供的版本虽然是大同小异，但是他还要提出一些针对委员版本的这个行政部门的立场。所以只有两页。对于他只有三页讨论那么重大的议题，那我很担心在这种情况没有充分讨论，那官方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之下贸然通过这个修法，我们是对每一个版本我们有我们的意见啊。那至于说因为这次都是法院提，都是委员提案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以为是在协商的时候我们会做说明。 我们刚刚提到的，可是今天因为还没有开始协商，就是说现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发生了社会边缘人在校园里面进行这些什么枪杀屠杀，这个在美国常发生。好，另外我刚刚说如果意外造成的这个学生，比方说电线走火啦，好造成这个引起火灾造成校园的这个伤亡，这部分要多考量一下。如果按照你们立场，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排除的。因为那个在执行上还有认定上其实是会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比较容易造成道德危险，所以如果要考虑进来的话必须要在，我只提醒主委要慎重考虑哈，在你们这个在讨论在协商的时候，这个部分一定要你们立场一定要很明确，是哈，各种 scenario 都要考虑。我们会把今天 提出来的一些建议我们再做补充。 好谢谢谢谢是好，我们今日发言，登记的发言委员通通答询完毕了哈，所以我们本委员会做以下的决定：报告及答询完毕。二，由委员周春米所提的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而且请金管会要用书面答复啊。那第三点，委员质询，那我们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金管会要在一周内以书面答复。那委员质询中有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请在期限内送交各个相关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法案的逐条审查及提案的一些处理。那我们首先请议事人员依序逐案宣读审查保险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等共十一案的修正条文内容。另外还有修正动议是由许玉仁委员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还有费鸿泰委员、赖世宝委员、曾明忠委员所联署的啊。那我们现在请宣读。宣读本院委员分别提案保险法部分条文，委员费鸿泰等二十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
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因天灾重大意外灾害或重大传染病死亡者，保险人仍应支付死亡给付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陈英杰等28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因遭遇天灾死亡，保险公司仍应支付死亡给付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前项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于其法律有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徐志荣等16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费、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因天灾或重大意外灾害，保险人仍应支付死亡给付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孔文吉等18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但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因不可抗力因素死亡者，不在此限。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但书是规定，溯至中华民国105年2月1日生效。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因遭遇天然灾害或重大公共灾害死亡，保险人仍应为死亡给付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曾明忠等17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前死亡者，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被保险人未满十五岁前因风灾、水灾、震灾、旱灾、寒害、土石流灾害等天然灾害或火灾、爆炸、公用气体或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矿灾、空难、海难、
路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灾、毒性化学物质灾害等灾害致死亡者，其死亡给付发生效力。第一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王定宇等34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被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因灾害所致者，不适用之。委员陈廷飞等22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前项保险人满15岁前因天然灾害死亡者，保险人应给付保险金额，而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卢秀燕等25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但因遭遇天灾死亡者不在此限。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代书之规定，说至中华民国105年2月1日生效。委员王荣章等17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15岁至未成年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订立人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是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两项之死亡给付，被保险人如因灾害防救法第2条第2项第1款所指天然灾害致死亡者，其死亡给付发生效力。第一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第二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二项及第四五项规定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杨耀等20人提案第107条，以未满15岁至未成年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被保险人的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值。前项保险人满15岁之日前因天然灾害或空难造成死亡或伤害者，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额之一半。第一项
至第四项规定，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第146条之五，保险业资金办理专案运用，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投资，应申请主管机关核准。其申请核准应具备之文件、程序、运用或投资之范围、限额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前项资金运用方式为投资公司股票时，其投资之条件及比率不受第146条之一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资金之运用，准用第146条之一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但办理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投资者不在此限。委员曾明忠等十七人提案第168条，保险业违反第138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或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业务范围之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保险业违反第138条之二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第138条之三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赔偿准备金提存额度、提存方式之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经营保险金信托业务之许可。保险业违反第143条规定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保险业违反第143条之五或主管机关依第143条之六各款规定所为措施者，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保险业资金之运用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锾，或勒令撤换其负责人。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营业执照。一、违反第146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七项或第六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设账簿之管理、保存及投资资产运用之规定，或违反第8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保险业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条件、交易范围、交易限额、内部处理程序之规定；二、违反第146条之一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或第五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条件、投资范围、内容及投资规范之规定，或违反第146条之三、146条之五第三项准用第146条之一第三项规定；三、违反第146条之二规定；四、违反第146条之三第一项、第二项或第四项规定；五、违反第146条之四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规范或投资额度之规定；六、违反第146条之五第一项前段规定同条后段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范围或限额之规定；七、违反第146条之六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投资申报方式之规定；八、违反第146条之七第一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放款或其他交易限额之规定，或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决议程序或限额之规定；九、违反第146条之九、146条之九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保险业依第146条之三第三项或第146条之八第一项规定所为之放款，无十足担保或条件优于其他同类放款对象者，其行为负责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徒刑或拘役，得并科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罚金。保险业依第146条之三第三项或第146条之八第一项规定所为之担保放款，达主管机关规定金额以上，未经董事会2/3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3/4以上同意者，或违反第146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放款额限额、放款总余额之规定，其行为负责人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锾。委员王定宇等34人提案第178条，本法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95年7月1日施行；100年6月14日修正至第177条之一施行，其由行政院定之；104年1月22日修正至第143条之四至143条之六。第149条及第168条第四项规定，105年全月全日修行之第107条至105年1月1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委员王荣章等17人提案第178条，本法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自95年7月1日施行。100年6月14日修正至第177条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04年1月22日修正至第143条之四至第143条之六、第149条及第168条第四项规定，至105年1月1日施行；105年全月全日修行至107条
规定追溯至105年2月6日生效外，自公布日施行。委员陈廷飞等22人提案第178条之一，对于因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于高雄美浓地区发生之强烈地震及其后各次余震所造成死亡之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得适用第107条修正施行后之效力规定，溯及既往办理之。委员杨耀等20人提案第178条之一，对于因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于高雄美浓地区发生之地震震灾及民国103年7月23日之澎湖空难事件所造成死亡之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之保险契约，得适用第107条修正施行后之效力规定，溯及办理之。宣读修正动议，保险法第107条，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但未满15岁之被保险人若因意外灾害死亡者，保险人仍应支付死亡给付。前项利息之计算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订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除丧葬费用之给付外，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前项丧葬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丧葬费扣除之一半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修正动议提案委员许玉仁、费宏泰、赖世宝、曾明忠、罗明才等，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相关的11个案子哈，已经修正，已经宣读完毕。那在这里啊，向委员会报告，那这个召集人，我的呀，好，今日完成询答及各修正草案之宣读。那我们本委员决定说暂不进行逐条审查。那请问我们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哦。那我们就针对保险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等11案，我们做如下的决议：审查本院委员费宏泰等20人，本院委员陈怡杰等28人，本院委员徐志龙等16人，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8人，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8人，本院委员卢孝燕等25人，分别拟具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委员郑明忠等17人拟具保险法第107条第146条至5及第168条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34人，本院委员王龙章等17人分别拟具保险法第107条及178条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2人，本院委员杨耀等20人分别拟具保险法第107条及第17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等，共11案，因尚未审查完毕，我们另择期继续审查。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无异议，我们通过。本次会议议程进行完毕，我们散会。好，谢谢，辛苦哈，辛苦，辛苦，辛苦啊。如果说这个宣布，下次会议再再进行，再好，你就可以宣布。好。没有也可以，因为人数不够，我们下次再决定。好。